行嘞，请坐。啊，各位同心哈，大家好哈。啊，各位同心，大家午安哈。啊，六月四日啊。啊，我知影咱也有一些高沙族的朋友哈，我很希望有一天可以用我们高沙族的语言来演讲哈。啊，让我有一些时间来慢慢来练习哈。啊，所以咱今仔日呢，咱暂时会先用台语来讲这个单语文甲教育台湾话的重要性这个议题哈。啊，这个大生啊，咱先请教咱在座真侪同心啦哈。有人认为家己是青面牛的无？够有没有人认为自己是文盲的？我想在座的人应该拢无人感觉家己是青面牛啦哈。但是请问，啥物叫做青面牛？咱拢讲啊，唔捌字就青面牛啊。来，我阁问一下，你会用读台语的，会用写台语的，请举手一下。会用写台语的哦。啊、哦。譬如讲，我用那凊彩摕一篇台语的小说，吼、哦，还是圣经，还是讲诗，啊，你有法度读出来？有学过人，请举手。一、两、三、四、五位啦。咱在座百外位吼、哦，要到两百位的同心，敢若五位会晓。啊，过来，你要合法的吼、哦，你要写合法，会用写客话的人，请举手一下。会用讲过用写，有无？我无人哦。哈哈，啊，过来。咱高沙族，你会自己的语言呐、啊、哈，不管你是泰雅哦，还是讲这个鲁凯，还是讲倒一族的哈，你自己的母语呢，会书写的，请举手。哇，一二三四，也四位而已。哦，啊，看看的大多数大家都拢文盲呢，他也拢无人要举手讲家己是青面牛。哦，就是讲哦，咱过去拢想讲，啊，我都会晓中文呐、啊，所以我都唔是青面牛啊咧。哦，不过呢，咱家己的母语袂晓，自己的母语不会写啊。换个角度来讲，啊，你嘛是母语的青面牛啊，对不？是不是？恁是什么母语的青面牛？甲我同款呢。我较早吼也袂会晓台语的读甲写进前吼，我嘛是母语的青面牛啦。啊，细汉到遐中国人甲咱教叫咱学中文呢，咱就爱认册做老爸咧。哦，啊，结果咱家己的母语，譬如讲我家己的母语是台语咧。煞袂晓读，袂晓写，好佳哉！佮大学吼，阮有做一个台语社，才开始学讲哦，原来台语是要哪读，要哪写。吼，啊，然后嘛，才佫开始学客语。啊，有机会，阮迄当时嘛去即个新竹吼，迄个坚实部落去学即个台语的话。吼，啊，所以呢，才开始目睭煞金起来啦。吼，啊，无过去真啊嘛是青面牛呢。咱学遐侪中文吼，认真讲呢，迄是干要互咱做中国人的奴才的路用尔啦。哦，伊都毋是真要互咱捌知识个咧，伊是要互咱做个奴才，啊，讲话听有，爱写啥咱看完个尔嘛。所以认真讲呢，大多数99%个人吼，拢是无语个青面牛啦。你虽然中文较厚吼，迄无较纸，迄是要作为奴才用个尔啦。哦，不过无要紧，过去迄都因为外来政权剥削着咱个无语教育权，伊无爱互咱学家己个无语啊。所以咱袂晓，但是呢，为即马开始吼，咱呾有讲完了呢，咱呾爱甲咱家己母语捡起来，无论是咱原住民高山族，还是讲合法客语的，还是讲台语的，咱呾爱甲家己母语捡倒来，咱目睭就会金起来啊，吼，就袂阁做母语的青面牛啊，吼。过来，有个人讲啊，即母语有啥物重要？吼，啊你母语读甲写是啥物重要？来，我阁来请教各位吼。国外人问闽南风，才敢有人是越南人诶？即句话，这是越南话啦。国外人问闽南风，有啥物人是越南人无？有诶，请举手者。无啦，我想在座遮无越南人啊吼。诶，咱甲想看，为啥你袂感觉你是越南人？各位，你甲想看，为啥你袂感觉你是越南人？对，啊，都袂晓越南话，对无？啊，在座敢若我听有尔，啊，我会晓迄嘛是，毋是细汉学诶，嘛是因为。为着要做研究，较可以越南话啊，所以越南话对我来讲是艰苦啊。但是台语、母语对我来讲，迄毋是艰苦尔呢，不只是艰苦啊，迄个是文化传承、甲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一个基础呢。哦，所以咱再来看，为什么你会感觉你是台湾人？
为什么你会感觉你是，譬如讲卢凯族的台语的，还是讲阿美族，还是讲绑扎？为什么你会感觉你是高山族？为什么你会感觉你是客人？哈、哦，客家族的？为什么你会感觉你是河流族的？哎，族群认同的形成是安怎？咱就来个了解看卖，哈，了解看看族群认同伊是安怎形成的。大生伊有客观的条件啦，哈，啥物是客观条件？就咱拄则讲的啊。是安怎在座的同乡，你袂感觉你是越南人？啊，咱有同乡回答过，啊，我都袂用越南话啊，足基本的啊，我都袂用越南话啊，吼、哦，今仔咱也拢袂用中国话，啊，遐中国人来讲，你是中国人，咱就甲互动用，啊，我袂用国话，我啥物中国人，对无？所以足简单嘞，1945年来，遐中国国民党人来了，为啥要逼咱台湾人在学北京话？迄是伊个，甲咱台湾人同化做中国人的手段之一嘛。为语言，过来为教育，甲咱教中国历史、中国地理、中国文学，全部拢中国的物件，豆豆要甲咱洗脑啊！啊，所以只要一寡客观的条件，啥物款的客观条件，咱家想看来。拄只要讲到语言，吼、哦，语言是客观条件之一啦。你若会向咱台湾本土的语言比较得着较认同即个本土的所在啊。啊，当然，伊毋是绝对啦，吼、哦，伊是一个相对的，吼、哦，相对的。啊，相对呢，到底伊是重要还是无重要？即咱等过来讲，吼、哦。过来呢，客观条件内底血缘嘛真重要啊，吼、哦。譬如讲，咱的阿公阿妈啊，都台湾人啊，哦，所以你着做主人，你袂感觉讲你是越南人啊，哦。啊，同款，你若是爸母是越南人，你生出来你做主人，因为你血统的关系，你着感觉你是即个越南人啊。哦，啊，所以血统呢，嘛有关系啦，吼、哦。啊，过来徛起的所在，吼、哦，居住，吼、哦，大个所在，嘛有关系啊。各位拢住伫台湾呐、啊，哦，你也毋捌去过越南住过，当然你袂感觉你是越南人诶。哦，同款的道理，一个越南人，伊若规世人毋捌来过咱台湾，伊敢会认为伊是台湾人嘛？袂啊，伊嘛是感觉伊是越南人啊。啊、哦，所以你徛伫啥物所在嘛，足重要。啊，当然这嘛是100%啦，你也看。遐济遐阿山啊，来到咱台湾，你看伫遮住偌久啊？但是咱俗语讲个死地就会定点咧。哦，伊伫遮住遐济遐久，伊嘛是袂认同台湾咧。就算讲咱台湾人真欢迎伊来认同、来申请加入咱台湾人，伊嘛无一定咧。哦，伊嘛无一定要加入咱台湾人咧。但是伊就要甲占一个亏咧。哦，要甲台湾变作因中国个一部分呐、啊。哦，所以。徛起的所在，这虽然真重要，客观的条件这虽然真重要，但是呢，一个更加重要的，咱等下会来讲吼、哦。啊，但是无这客观条件的嘛袂使，吼、哦，客观条件是基本的吼、哦。啊，过来风俗习惯嘛真重要嘞，哦，咱袂感觉咱是越南人，哎，因为咱越南的风俗习惯，咱也唔知啊啦，哦，譬如讲吼，越南呢，因有一种食物叫鸭颈卵啦。哦，鸭颈卵就是鸭卵吼，孵到一半，内底有鸭形吼，爱摕来杀，摕来食吼。迄越南人最爱食哦，但是咱台湾人吼，大多数拢唔敢食。咱东兴有试食过，请举手者。因咱只越南料理嘛真济咧，有人食过无？啊，你说有冇食过？哦，啊，好，你啊，哦，迄个无同哦，迄煎过迄无同哦，迄是卵白鱼啊，嘿，只类。在煎，但伊那是鸭颈哦，你拍开内底有一个鸭的形哦，安尼吼，但伊迄无，伊是已经是规只，迄已经孵20几天啊，嘿，有规只鸭的形，迄叫鸭颈卵。啊，你咧食的时阵呢，敢那细只东山鸭头安尼啦，吼、哦，你就想讲迄个敢那，即个规只迄鸭啊浓缩较细只吼，啊，因是甲沙沙都摕来食，啊，越南人最爱食呢，尤其查囡仔是特别爱食，因感觉讲吼，做。会当即个过美容啦，哦啊营养真好啊、哦，越南人拢最爱食。不过呢，台湾人哦，我甲问过吼、哦，十个内底九个拢唔敢食啦。哦啊，这是啥？其实是文化的风俗习惯无同，饮食习惯无同啦。就咱秘书讲吼，哎啊，咱最爱食臭豆腐的对无？哦，台湾人最爱食臭豆腐呢，但是吼、哦，外国人包括越南人伊嘛唔敢食。有机会你也拄着越南朋友，你也讲我请伊食臭豆腐吼，伊哪走甲离口经营？哦，唔敢食啦，十个内底九个唔敢食，伊会感觉哎，一个咸遐重，恁还要食迄？哦，同款啦，咱感觉伊食迄鸭颈，人讲哎，足恐怖的呢，哎，迄鸭颈一只细个只，你也咧甲食，哦，
但是咱食菜头伊嘛感觉足恐怖呀，所以这有当下是风俗习惯、饮食习惯无同，所以这个饮食习惯、风俗习惯的脉是客观条件之一的吼。过来咱讲语言吼，搁在宗教，宗教嘛是呢，宗教足重要啊。你这个宗教呢，你若无同的时阵呢，对这个族群的认同吼，嘛是有一定的一个正加强的一个效果吼。真侪吼，就讲真侪，即个客观条件啊，当然即个客观条件，每一个条件伊扮演的角色，伊影响的大小呢，都不定啦，爱看看啦吼。譬如讲，你若伫美国吼，美国咱知啊，那就人种来分啦吼，有黑人、白人嘛吼。啊，即个伫美国内底呢，你就算黑人、白人，基本上即摆拢讲英语啊，所以对因来讲呢，英语呢。重要性较唔是遐重要，顶多是啥？黑呐，你的种族吼，你的皮肤色、黑色、白色，顶多是较造成因黑人甲白人的这个运动，会较主要的一个因素吼。语言顶头就较唔是遐重要。当然，其实伊嘛是小可啦，譬如讲黑人的英语甲白人英语小可无，腔口也无啥共啊。但是总是那是腔口无共，唔是语言的差别吼。即个咱主要讲哦，即个客观条件呢？你除了爱有之外呢，其实个上重要就是主观的条件啦，主观意识嘛爱有啦，譬如讲你即个客观条件，你也看，即卖真侪人呢，包括你也看马英九嘛同款，伊伫台湾嘛住遐侪栋啊呢，上无嘛住四五十栋、五六十栋要有啊咧，住五十几栋啊，但是呢，你也看，伊主观上伊敢要认为伊是台湾人。无呢，伊认为台湾人是中国下面的，敢那袂输广东人、上海安尼尔呢？甲台湾当作是中国一个地方的人尔呢？伊无认为讲台湾甲中国是平等的啊！所以像伊种人阁真侪呢，甚至有诶第二代、第三代踮台湾出世诶，但是因为家庭教育、家庭环境，以及着即个中华民国体制的教育关系呢，伊要是维持着伊中国人诶即种认同，嘛还阁真深呢。所以呢，你有这客观条件之外呢，你嘛要有主观意识。有主观意识了呢，甲做伙，经过一定的一个历史的过程呢，你才会认同讲我是什么款族群的人啊。这两个通常拢是爱配合做伙，通常拢是先有遐客观的条件了，加上遐主观的意识。主观意识通常拢是啥？父母的家庭教育，再来学校教育啦。大多甲你灌输有遐意识，然后因为伊遐客观条件，所以呢，伊自然大汉了呢，都有，譬如讲有台湾意识出来，啊，都感觉家己是台湾人。所以咱啊看，过去中华民国来甲台湾了呢，你看伊规个教育顶头，拢是中国化的教育啊，中国话、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地理，全部拢是中国的。啊，咱唔通想讲，这可能是讲过去的，即卖拢，即卖都已经改啊，无影。我即卖伫大学咧教。嘛，同款改无偌济啦，那100%伊才改1%尔啦，99%也是同款啦。你啊看，就即个大学来讲吼，我即卖伫成功大学教册，成功大学佫必修啥国文呢？国文是啥？北京话哦。我甲校控证，我讲哦，你讲国文，我台语嘛是国文，客语嘛是国文，咱高山族原住民语嘛是国文啊。为啥敢北京话当国文？我讲我要来教国文。但是要教台语，伊讲袂使，讲迄个爱中文的开当开，干咱教北京话尔。每一个大学生，不管你啥物系哦，必修四个学分，中国话啦，还阁必修哦。大学呢，还阁必修四个学分，所以像这种其实还阁做 OK 的。你过来你看，为小学、中学、甲高中嘛同款呢，平均啦吼，小学所有的国文也在北京，嘛阁一礼拜差五节至六节呢。国中嘛同款嘞，高中嘛同款嘞，前几年马英九起来，伊阁安怎嘞？高中阁来新增加一个啥？必选呐，一定爱选的这个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四个学分呐，阁甲你加落去啊。所以你也看，基本上咱的囡仔到今嘛是，也阁是受中国化的教育嘞。但是因为咱已经啊，从教六十几档去啊啦，大多数的人遐麻痹啊，包括民进党嘛遐麻痹啊啦。麻痹就安怎想啊？就主义就安尼啊，就
就继续啊，所以囡仔就继续读迄套中国册啊。哦，啊，你讲要叫伊改，伊就讲，哎，啊，改袂去啦，一大堆理由啦，就准拄煞去啊。到落尾就是啥，互柴米煮成饭啊。所以你啊看，即摆有足侪少年啊，伊就感觉啊足自然啊，啊，咱啊中国人啊，哦，伊就袂去注意着讲，哎，啊，台湾人甲中国人是有啥无共？吼、哦，啊，你甲伊讲，哎，譬如讲咱台湾民政府遮个理念的时阵呢，伊顶下会讲啊，这是变形啊集团的，但是伊无想着讲。那认真要讲哦，啊，那中国国民党是上大的变形啊集团呐，甲咱变六七十档啊嘞，毋若变呢，佮甲咱拐钱呢，佮甲咱扣税呢，佮甲咱叫咱着去做兵呢，替伊做兵卖命呢，啊，咱互伊变六七十档呢，啊、哦，但是一般包括学生嘛是呢，哦，伊会感觉讲，哎、欸，足自然的啊，迄是正常的啊，哦，等到你要甲伊讲，像即摆咱即摆新的论述的时阵，等到伊甲伊讲，啊，你这是足奇怪的，啊，这就是啥啦？规个教育，包括媒体，就是拢安尼啊，哦，啊，所以呢，即、这个族群认同有客观条件，有主观条件，经过一定的历史过程了，才会完成。啊，过去你来看，哦，咱台湾的有关台湾的即个客观条件，伫即个中华民国体制，伊大大来甲你提掉，过来伫主观意识顶头，伊嘛是呢，大大要甲你改，啊、哦，所以呢，咱即摆呢。未来，咱台湾民政府即个教育台湾化非常重要。咱是要恢复台湾的真正面貌尔啦。台湾人来认捌家己的历史、家己的文化、家己的文学、家己的语言，这是足正常的。这包括是联合国嘛，是一再的呼吁的吼。联合国呢，伊有一个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宣言啊。啊，伫即个世界文化多样宣言，伊嘛是呼吁世界各国的政府。应该得爱保障着遐弱势的语言、甲伊文化、伊的生存权、教育权，哦，就是不管你的人人口侪也少，譬如讲像咱高山族，有可能剩几百人伫使用遐语言呢，伊的教育权你嘛是要甲保障，伊的使用权你嘛是要甲保障，哦，啊，过来包括即、这个，1996年有一个世界语言权宣言，哦，即、这个世界语言权宣言，即嘛是国际上的一个语言权的宣言，内底嘛讲着真详细，哦，咱。有权利来接受用家己的语言的教育，过来，咱有权利教咱的囡仔，教咱家己的族群的历史，教咱的文化，这拢是伫世界上，人即卖联合国啊，迄国际的这交流，国际的这组织一再伫呼吁的。啊，所以这呢，基本上咱未来教育台湾化这个部分吼，这是咱未来的确得爱做的部分吼。啊，过来呢，啊。咱简单讲啦，吼，就讲即个过去呢，有人讲啊，即语言吼，只是沟通的工具尔啦，哦，啊，遐强调要创啊，就听有就好啊咧。哦，啊，若安尼讲，咱就全世界拢学英语就好啊咧。叫遐中国人先放弃北京话，叫因先来学英语嘛，对无？若这样讲的啦，哦，讲啊，即个语言的沟通就好啊咧。啊，若安当初中国国民党来台湾，啊，伊就对咱学讲台语就好啊。还是讲对咱讲英讲日语就好啊咧，何必伊着阁强迫人台讲北京话？甚至因即摆中国嘛伫中国咧推撒所谓的普通话，就是北京话啦。为啥要推撒去？所以呢，语言毋是干呐沟通的工具母语呢是民族文化的认同的外壳啦。干呐外语较是沟通的工具啦吼。譬如讲我学越南话，因为我要做越南研究所以对我来讲，迄是沟通的工具尔。啊，像我学泰国话，去学印尼话，迄是为着某种目的咱去学的这是沟通的工具啊。但是母语就毋是啊，吼。啊，过来接下来呢，咱就来讲，咱台湾的语言即、这个到底台湾语言包含第几种咱伫遮呢，台湾语言甲台语即两个概念，咱来分得清楚台湾语言呢是复数的、复数的概念呢，哈，复数哈。台湾语言呢，当然包含着这个台湾语言呢包含着这咱高山族、咱原住民各族群的这些语言包括着这个合法客语，包括着这个台语嘛有人讲这叫河洛话，还是闽南话？到底台语是要叫河洛话，还是闽南话？还是福建话，还是啥物话？这咱等下嘛小可讨论一下
基本上咧，台湾语言是复数的关，一个概念嘛吼。啊，甲台语呢，这是无共的吼。啊，台湾话呢，啊嘛是一般是基于这个台语啦吼。嘛是同款，咱爱注意吼，卖甲台湾语言两个概念难做伙。台湾语言是复数的概念吼，因为真侪啊拢会甲难做伙，然后就讲啊，你唔通用台语这个词，吼，你用台语这个排斥着客家，得排斥着原住民，哦，尤其是呢，真侪这个。中国人做爱安尼，伊刁工呢，要甲你人教相加，哦，讲你用台语呢，啊，就会安怎，就会安怎，哦，认真讲呢，这是因的一个策略之一啦，吼、哦，咱等下过来看吼、哦。咱用这图来看就较清楚啦，吼、哦，什么是台湾语言呢？吼、哦，台湾语言呢，包含着台语、客语、西拉雅、吼、哦、阿呆呀、阿美斯、邦扎，啊，是讲所有。顶顶只原住民吼，高山族只个语言吼，这拢是台湾语言吼。啊，有个人讲啊，若是安尼吼，譬如讲啊，越南话咧，啊是讲华语咧，即卖越南嘛用甲真惯是华语，啊，这要算啥？哦，啊，这都咱国民有伫使用个语言呐，吼、哦，咱国，比如讲伫咱台湾内底呢，即个国民有伫使用个语言，吼、哦，即咱叫做国民个语言，即甲台湾语言再分得清楚，啊、哦，因为呢，有个人讲。啊，华语嘛是台湾语言，嘛是台语。我讲啊，这笑死人哦！无你好那去甲这个甲中国迄个习近平甲讲啊，讲你讲的是台语，看人会接受啊无？我看是困难啦。啊，人迄明明就 Chinese， 你硬要甲讲伊是台湾意思，迄是足奇怪啊、哦！所以咱这个一般咱讲的这台湾语言，伫国际上基本上没有啥问题啊、哦。一般伫英文顶头就讲。Taiwanese languages 啊、哦，基本上是无人会有意见哈。但是你若甲 Mandarin 哈、哦、，Mandarin Chinese 讲，哇、哦，这是 Taiwanese， 迄种笑破人的嘴呢哈。啊，这是所以咱定位就讲，像这呢，其他是国民有滴使用的语言哈、哦，所以这个概念嘛是爱先了解一下哈、哦。啊，过来有人讲，啊，到底是台语还是闽南语还是河南话，到底是要用啥名称较好啊？哦当然吼，每一个名称伊背后的迄个意涵是无啥共啊，吼、哦、啊，咱先来看卖吼，有人讲爱用闽南语较好吼，来请问闽南闽是啥物意思？有人知影无？闽是野蛮的意思呢？啊，这咱毋是咱硬甲拗呢，咱来看吼，这是因中国东汉的时阵苦心伊所写的说文解字啦，吼、哦。伊个原稿我甲印出来，甲 scan 出来吼。啥物叫做闽？伊用东南倭抓境，吼、哦，东南平啦，就是中国个东南平抓境啦，抓个子孙啦，意思讲你是野蛮民族，野蛮民族后代意思啦吼、哦。啊，即唐门声啊，武金切吼、哦，这是讲伊个发音是安怎发啦吼、哦。啊，过来，咱拄仔讲这是东汉个时阵呢，伊简单个解说。啊，过来咱来看清。清国的时阵呢，大清帝国迄种又是叫做段玉裁，段玉裁吼，伊嘛写一本叫做《说文解字注》吼，伊叫迄个详细，叫个补充说明，讲吼，闽是啥物意思吼？伊讲来讲闽字吼，同款吼，东南倭、东南平的越境啦吼，因为古早呢，中国的东南方是百越民族啊，啊，迄百越民族、百越民族是足侪族个。包含即卖越南马上百越民族，啊、哦、啊，所以呢，前几年一个马街有一个这个医生吼，无啊测迄个验咱台湾人的血吼，啊改越南的做研究呢，发现讲吼，这个咱台湾人的迄个 DNA 呢，颠倒甲越南较接近啦，啊甲中国人颠倒是离较远的，哦，这是真正有迄个科学的这个根据的吼、哦，好啊，咱来看吼。伊段玉裁内底伊个讲咧，闽咧是东南倭吼，啊，过来夷蛮之国也，夷蛮就野蛮的国家啦，野蛮的国都啦吼，夷蛮之国也吼，重点是安尼吼，所以呢，简单讲咧，闽是啥？东南方的野蛮民族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哦，啊，所以呢，咱敢通讲，啊，咱这是闽南语，其实是唔通咧，伊讲闽南语其实就敢若袂输古早吼。咱甲原住民甲高山族共称呼种番啊，迄是毋对，迄是嘛是你侮辱人个呢。啊，所以呢，你若用闽南语嘛共款呢，你若家己称呼家己是闽南人，闽南语迄嘛是你侮辱家己呢。
但是你也看，中国呢，因福建简称做啥？福建简称做闽，按个自称闽嘛，自称甲足欢喜个咧。我戆大呆呢，家己用讲野蛮民族，搁家己称呼家己野蛮民族，啊，用遐久搁欢喜个啦。较有人遐戆个呢，做奴才啊，搁甘愿讲家己是奴才，无毋对啊。吼、哦，所以认真讲呢，咱家己毋通讲咱这是闽南语，对中国嘛毋通讲是闽南语啦，迄嘛是共歧视个啦。哦，啊，所以呢，前几年咱嘛有一个反对闽南语歧视的称呼吼，啊，诶，一个正名联名吼，就是讲，若伫咱台湾啊，咱就台湾人啊，咱也毋是蛇啊吼，咱讲的是台语，毋是闽南语啊。啊，当有个人讲啊，哪个要叫做啥？有个讲啊，无你就叫河洛话哦，毋过河洛话到底是啥物意思？哦，我甲调查嘛，几若种意思呢？每一个人讲的阁无啥共啦。哦，河洛话呢？到底河洛话是啥物意思？我爱甲查吼。有个人讲河洛的意思是讲吼，为黄河洛水遐来的啦，嘛是阁牵对中国去黄河洛水啦。吼，讲哦，咱是黄河洛水遐迁徙，因为战争安怎安怎安怎，啊，徙一堆徙福建，再阁徙来台湾，所以叫做河洛话，阁牵甲洛洛长去啦。我想讲哦，啊，规期咱阁牵对非洲的高山啊好啊咧。吼，人类拢嘛为非洲高山啊变来。哦，无咱来讲高山那话好啊，哦，啊，这就是讲硬的硬的歪啦吼、哦。所以河洛呢，你若讲是黄河洛水，其实不管伊安怎啦，就算讲你真正是位遐来的啦，但是咱伫台湾嘛已经徛起遐久啊咧，嘛无需要牵拖对河洛遐黄河洛水遐去啊。所以这个名称，若解释讲黄河洛水嘛无啥特懂。啊，过来，我来讲河洛呢，就是。福禄哦，就是福建佬啦吼。啊，毋过呢，嘛有人讲这嘛无啥特懂呢吼，因为一来咱也已经毋是福建人啊，咱是台湾人啊，咱也无去住福建啊，咱也要叫福建佬。吼，啊，过来你就算这福建佬，迄佬迄嘛是，敢若袂输讲吼，你这是看轻你的意思呢。哦，所以咱其一方面也毋是住福建，哦，啊，过来咱嘛不爱互歧视，所以你若讲。甲河洛解说讲是即个福建佬嘛是无特懂，啊，过来有个人讲吼，啊，这河洛呢是当初呢百越民族的一族，的名叫做河洛族，哦，啊，但是迄河洛族到底伊原意是啥嘛毋知，哦，敢若讲啊，这河洛就是百越民族其中的一支啦，啊，到底是啥物真正意思嘛毋知啦，吼，啊，所以大家即几种，啊，有个人呢，有个譬如讲有客家朋友讲吼，啊，阮祖宅拢叫你。福禄人，福禄人，吼、哦！啊，但咧福禄是啥物意思？有个人甲我讲，迄是福建佬。毋过伊福禄咧，甲福建佬，你若福咧，迄、那个发音甲福佫无啥共，所以嘛人讲迄毋是福建佬。后来呢，我佫去甲查东南亚的一挂文献吼，伫、哦、东南亚地区咧，有个咧叫荷兰人咧，客人咧叫荷兰人咧，其实是基啥？基潮州人啊，毋是真正基即个较早迄个福建啦。啊，我看这东南亚一寡文，伊话是基即个潮州人吼，所以不管安怎，即、這个河洛即个物件呢，其实呢，要阿讲，牵对即个讲台语的这样吼，嘛怪奇怪啦吼。啊，那安尼到底咱要安怎？吼、哦，啊，当然啦，上普遍的啊，咱即卖关系讲即个台语啊，啊，就名称语言的名称就讲台语就好啊咧，哦。啊，台语本来就甲台湾语言，这是两个无共概念，这爱分好清楚哦。啊，你若讲语言的名称叫做台语，啊，那使用台语这族群要叫做啥？有的人讲啊，无就叫台语族啊。哦，因为过去咱嘛较无这个概念，到底要叫啥？因为古早咱，我记我细汉时足单纯，我就讲啊，我就台湾人俩。哦，咱嘛袂讲啊，我就叫啥物货，啊，就台湾人，就安尼尔咧。哦，啊，所以嘛，有人讲，啊，你无，咱来讲，咱是台湾族的啊，哦，还是讲台湾族，哦，台湾，哦，因为这个台南安平地区遐较早叫台湾，哦，台湾，哦，台湾族，哦，啊，嘛有人讲，啊，无就台语族啦，还是讲咱人族，哦，嘛拢有可能，啊，当然这是爱大家有共识啦，哈，这咱真歹讲一个规定，哈，总是呢，咱先把这个基本的历史的概念讲予大家知，哈。啊，有个人讲，啊，咱台语好，伫台湾伫使用，咱叫台语。啊，但是东南亚嘛，足侪所在嘛，你讲，咱即卖伫讲的这个语言呢，啊，你要哪甲称呼？哦，就是讲，若
台湾以外即个语言呢，咱要哪称呼？哦，尤其是迄，你若讲台商带出去，你继续讲迄是台语 ，OK。但是你若毋是台商炸出去个，是原地因为福建去，哦，安尼要哪个称呼？啊，即卖呢，啊嘛一挂学者嘛提出新个较中性个讲法来讲，啊，无即叫咱人话啦，哦，咱人话。为啥要叫咱人话呢？因为咱知影吼，即个。在人类学顶头呢，咱来看吼，真侪族群，伊个语言的名称也好，还是伊个族群的名称也好呢，拢甲伊个家己个族群有关系啦。譬如讲吼，像台湾咧讲啥物客家群吼，其实客家嘛是侮辱人个呢，是较无好个呢。客家是讲你永远就是人客，你毋是头家啦，所以其实就是讲你是外来啊。所以客家即个名词其实一开始是有贬义个呢。是你讲母语，讲你外来啊，你外地来啊，哦，就敢那秘书讲吼，较早话当然会称呼遐中国人讲，啊，你诶即个啊外省啊，哦，还是讲啊迄个阿山啊，吼，吼，类似即种啊，啊，所以咧，嘿，啊种家家嘛，哦，所以即个客家其实是原始是无好诶，啊，我有甲看吼，譬如讲伫东南亚话一挂客人，因诶称呼是安怎咧？有诶也叫做外族，外族。啊，譬如讲越南呢，因遐就叫外族。为啥会讲外族？因为伫客语内底吼，譬如讲外迄客家人，我是客人，伊讲外迄客家人，外就是我啦，我的意思啦哈。啊，所以呢，我呢有当时就变作迄个族群的名称啊。伫世界上足侪拢是安尼，凶外外外啊。因为有当时伫古早上元素的时阵吼，你讲你啥物族的，无咱一般人拢无迄个概念嘛。会感觉我是啥物族拢是安尼。有无同个族群拄着了？侬你是啥物人？我啊，对方听我，你是我族个，叫做我族个。啊，你若听客人讲爱爱爱迄行业吼，爱爱啥？你刚听了讲足侪爱吼，啊，迄爱族个啦。哦，啊，所以越南真啊是安尼啊，是当然足侪以为叫做爱族啊。哦，除了用即个爱我吼我安尼就话个用人啦，比如你是啥物族个？啊，我人啊，哦，所以人族个。啊，所以话即个，所以像客语内底嘛，讲话客语内底人咧叫做人啊，比如客家人、客人吼、汉人，迄、那个人是人的意思。所以呢，若要认真若徛伫客语客家的主体性来讲呢，客家应该叫做外族，啊，不然叫做人族、人族啊。啊，这毋是我咧讲一个事实，人类学顶啦。譬如讲吼，前几年即、這个有一出电影叫《赛德克·巴莱》，对无？啊，请问实力啥物意思？斯德巴勒伊个原文呐、啊，赛德克语啥物意思？有人知影？咱高沙族个同心有人知影无？斯德就是迄落啊，人个意思啦、啊。赛德克伊个原来意思就是人啊，啊巴勒就是正港啊，所以斯德巴勒就是正港个人啊。哦，就是、前几年迄出电影、啊，斯德巴勒伊个原意啊，就是赛德克语内底是讲我是正港个人啦、啊。哦，所以斯德是人啊。所以伊人后来就变成啥？伊个族群的名称啊。过来，咱即个兰书、红头书啦，吼，兰语呢，即、這个达悟族的，咱达悟族的哈，请问哦，咱遮都有达悟族的同心，咱达悟的诶本来意思是啥？达悟它的原意是什么？是什么意思？人，哎呀，兰语的人呐、啊。所以达悟本身嘛是人的意思，是人的意思嘛，哈。所以你得用迄个啊，我是达悟的啊。啊，达悟族啊，哦，所以你族群的名会用我的人啊，啊不得用我来取名是足正常的啊，哦啊，所以呢，嘛，台湾人就主张讲哈，譬如讲像客语呢，哪要有主体是应该叫做外族，啊不得人族，啊你若讲台语的呢，你也是要记台湾以外海外遐呢，无咱就讲人族，咱人族嘛是会使，譬如讲咱过去呢，像我记得阮阿嬷。较早拢讲啊，即摆今仔咱人当时啊，你有印象无？咱人当时，哎呀，就是安尼啊，迄、那個、咱人啊。所以讲，你若是要用较中性啊，哈，就是讲莫用地理位置来号名，嘛会当考虑啊，咱人族、咱人话啦、啊。哦，所以伫厦门、福建遐，伊讲的嘛是咱人话啊。啊，咱台湾讲嘛是咱人话，但是咱内部咱会当讲啊，这嘛是台语啊，吼、啊。啊，你啊马来西亚，就马来西亚嘛，足侪人讲嘛咱人话呢。咱嘛那个也是咱人话啊，所以你若跨区域个时阵，咱就讲咱人话，这嘛袂歹嘞。啊，当然这是大家罔参考啦，哈，这无强制性吼。
好啊，这咱以上这是针对着即个名称呢，哦，先哦，各位啊，这是前几年呢，因为教育部呢硬要用闽南语、闽南语啊、闽南人这个称呼哈，所以这个团队有去教育部遐间抗议哈。啊，啊，过来，咱咧讲哦，其实呢，即中国人拄开始来台湾的时阵吼，伊称呼咱是啥？伊嘛讲咱台湾人啊，啊，你讲的即台语啊，伊一开始嘛是承认呢，是尾啊吼，才十冬以后呢，因才开始安那要实行伊的中国化的政策。伊感觉讲啊，即台湾人吼，甲中国人无共，袂使，爱甲同化。所以才开始反悔，才无要讲你这是台语，才开始讲啊，你这是闽南语。咱要提证据出来吼，像这呢，这个怎改叫地名吼，祝英台，这是较早呢，伫即个所以差不多1950几年的时阵吼，迄当时包括国议会啦，啊，台湾省政府的国议会，啊，佮迄个国防部呢，因拢有出版啊，像这是即个国防部政治总部吼，伫民国47年啦，哦，那公元1958年呢，所出版的，伊前后几年拢有出过无共版本，啊，拢是这啊，祝英台语会话啦，哈，祝英台语会话，啊，爱表示啥呢？伫迄个时阵，伊嘛讲啊，即个台语无毋对啊，但是尾啊呢，伊才开始讲讲，哎，台湾人，台湾意识先强，伊要加强同化台湾人，所以咱甲发现了，那差不多即、这个，即较贵几档吼，就中国国民党来头前十档呢，基本上伊也是用台语即个称呼，但是过了呢，伊就无爱阁用啊，伊就开始讲你这是闽南语啊，哦，啊你啊看像这呢，这是台湾省国语推广委员会伫因中华民国44年吼，公元1955年的时候，因为伊嘛是出台语方音符号，伊嘛是叫做台语啊。哦，但是后来了就拢无啊，伊就歹阁用即个台语即个名称啊吼。以上这是针对即个名称吼，咱我小可讲一下，吼，大概有小可一寡概念吼。过来，咱特别来介绍啊，什么是台语文学啊？即个咱台湾的语言吼，咱有讲吼，包含着咱高山族、高山族，包括客家，包括着台语，拢有伊的母语的文学。吼、哦，拢有伊个母语个，即个文学吼、哦。啊，因为原住民高山族个语言我都较袂晓吼，所以我就无多介绍吼、哦。所以我咱遮要介绍，主要是以台语个为主啦吼、哦 啊，啥物是台语文学咧？当然真简单，你若用台语来创作个文学，就是台语文学。但是呢，大多数人可能毋捌看个，捌看过用台语写文学作品个呢，同心请举手一下，有无？嘛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哦，嘛是敢若个位数的尔哈、哦，大多数的拢毋捌，因为咱过去都无母语的教育啊，所以咱拢想讲啊，母语也袂写一个，啊袂写一个，自然就无文学啊。但迄是啥造成的？是外来统治者造成的，中华民国造成的。其实咱等下就要介绍吼，伫中华民国要袂来进前，咱着足侪文献、足侪文学作品是用家己的母语来写作的、来出版的吼。哦啊，咱即下来看一下吼，啊，到底台语是要哪写？来，咱有几个中心，恁有学过？来，恁是用啥物方式？哎，哦，哎，真好吼，哎，安尼有内涵，哎，无毋对，咱即卖呢，台语的写法吼有三大种啦吼，一种是全部用汉字吼，啊，一种是全部用罗马字。啊，嘛有一种呢，是汉字甲罗马字连做用，叫做汉罗的用法，差不多这三大种啦吼。啊，这三大种拢有人用，啊，当然，各位东西你若要写嘛是共款的，你要看倒一种你上方便、上适合，你拢用拢无要紧，只要用你的母语来写就会使。啊，客语嘛共款，合法嘛共款，合法即嘛嘛是有这三大种的写法，啊，啊，原住民高山族当然就爱用罗马字来啦。啊，原住民没办法用这个汉字来写哈，啊，这好加载，好加载，咱原住民没用到汉字，嘿，好加载哦。啊，这个台语这三部分呢，咱来看一下哈。譬如像这呢，这是全部用汉字写的，啊，这呢叫做歌词的这个用法哦。啊，这是古早呢，
传统上用汉字咧写台语的写法啦，哈、哦。这种咧，譬如讲哈，哎、哦欸，来，无咱请这位同学甲咱读一读几段，哈、哦，哈、哦，啊，阿伯了，定了，嘿。嘿，啊，下骹咱跳过哈，未顶上。啊，什么啊？嘿，遐趣味。哦，好真，嘿。好，好，好，安尼就会使哈。诶、欸，真好哈，即、這个。咱为拄只来看吼，就讲这用汉字写吼，但是你若无学过，你无一定看有啦，无一定读有啦，吼、哦，因为这是用台语读的，吼、哦，用台语写，毋是北京话吼、哦。你若用北京话读，绝对读无啦。中国人来读，读无啦，吼、哦，伊可能啊个别加减啊约会出意思，但是呐，规段意思伊就约袂出来啊，啊、哦。啊，即种诶，譬如讲像这吼，虾米歌遐趣味啦，啊，这是伊写吼，虾米吼，诶，啊，当然有人有无同诶写法啦，吼，啊，过来伊讲，无论啥货有性地啦，啊，无论虾米人咧，拢有性地，拢有伊脾气着对啊，吼，诶，啊，好心蚊啊起冤家，吼，伊讲这好心苍蝇吼，好心甲蚊啊立冤家啦，吼，啊，这是古早诶，即个好心蚊啊大战歌，啊，这是用。好心甲蚊仔起冤家呢，啊，互相就等于闹伊个朋友来买冤家相拍就对啊，吼，啊，就开始，比如介绍道丁啦，介绍张子啦，介绍啥物是迄个参甲巴啦吼，伊这主要是要介绍各种虫拓，各种即个，伊个昆虫类吼，虫拓吼，啊，要用安啊针对伊只虫拓个特性，伊来做一寡小解啦，啊，这是即个古早即个歌册。歌即类似歌本呐、啊，啊，古早歌本吼，啊有故事剧情的歌本吼、啊，这是古早时期吼，真侪拢会安尼来写吼、啊。啊，当然用这种汉字写吼，伊嘛有真侪问题啦吼、啊，就是讲，无同作者伊的用字就无一定同款啦。啊，比如讲虾米，话人用安尼，话用迄、那個，无同的写法吼，作、啊、者种无同的写法吼，啊，个你写出来，人无一定读有啦。啊，啊。所以呢，后来呢，这个传教士呢，在他十九世纪来到咱台湾了呢，哎，伊用这罗马字来咧写台语，啊、哦，譬如讲哈，像这呢《创世纪》啊、哦，新古约的圣经啊、哦，像这呢，伊的规本呢，伊就是用罗马字来拼台语，啊、哦，啊，当然即卖客语嘛有啊，客语嘛有。专罗的圣经吼，啊嘛有汉罗的圣经，旧年还阁新出版吼，嘛有汉罗的吼。啊，当然原住民嘛有，原住民族也嘛足济足济族的，为个用罗马字的圣经吼。诶、哦欸，啊，这是创世纪吼，创世纪创世纪吼、哦。来，有好来，无咱这位同心甲咱读看卖哈。诶、哦。欸就是空空混沌，嘿，深渊的面张黑暗，嘿，神运动伫水面，上帝讲着光就光，上帝看光是好，上帝将光暗分开，上帝叫迄个日，叫迄个光做日。叫暗做暝，有下昏有早起，是头一日，嘿，真好，你看，这百话当中就有诶呢，哦，完全拢用白话咧书写诶圣经咧，哦，这百话当中，中华民国还未成立诶呢，哦，咱都已经用这伫读圣经啊，啊，搁咱等下搁介绍搁真侪，哦，真侪遮特殊诶遮出版品哈、哦，所以像这种，这就是用专罗诶方式来写台语诶，哦，啊，搁来。有这个汉罗的用法，汉罗，譬如讲故乡的田园，啊，迄下呢，咱就用一个罗马字，甲用一个下伫遐吼。啊，有人讲啊，为什么有汉罗的用法？这嘛是有历史的典故啦吼。你若是古早也无汉罗的啦，
古早若捌汉字，伊就拢用汉字写；若捌罗马字，就全部用罗马字。啊，汉罗这是差不多吼，90年代以后改元以后吼，因为咱即摆大多数台湾人吼，拢得用汉字读太深的，拢已经捌汉字啊。啊，你想用要看全部用罗马字写，会看袂惯势啊，变得较慢啊。所以开始就有人讲，啊，无咱就用汉罗合做伙用，哦，啊，汉罗合做伙用，当时用罗马字，当时用汉字，伊个大原则是安尼吼。你个汉字写出来，若无文无正字，哦，无问题，你就用汉字；啊，若有正字个呢，啊，惊人读无个呢，你就用罗马字，所以就变汉罗个用法，吼，大方向是安尼。啊，所以像这呢，故乡个田园，这是由一个真有名个台语作家叫陈明仁所写的一首诗哈，啊，由郑智仁医师哈，这郑智仁是高雄的一个医师哈，唔是咱台中州的州长啦，哈，是我共名的哈，那是郑智仁医师呢，啊，伊谱的曲哈，有甲谱做歌啦哈，啊，咱即摆来，咱来看，咱来，我看麦，咱来看麦，我看这我这哦，伊个音感哈，来，我点点一下来。来听一下哈，咱来听一下这首歌哈，啊，先说看一下这个歌词一下。啊，迄声音无接，啊，我看安尼无算啦，咱就直接看歌词就好啊哈。这是这个，来咱做伙来念啦哈。嘿，白灵犀，脚长长，想要烧酒问，你来来去去，会当飞偌远？敢会飞过阮故乡的田园？牛车路狗长长，想要烧酒问，你圆圆弯弯，会当行偌远？敢会行过阮故乡的田园？自阮离开了后，故乡早就趴荒。干单剩着一曲干梦花，自阮离开了后，故乡早就趴荒，干单剩着满腹心酸。15暝月光光照阮窗仔门，月娘啊月娘，会当照偌远？敢会照着阮故乡的田园？吼、哦，这是陈明仁所写吼。啊，咱来看吼，像这呢，月亮啊，月亮会当照偌远，会当，哎，伊就用罗马字，因为有的人讲啊，你会当，你就用汉字啊，但汉字有足侪种无共写，有的人写讲会当啦，会不会会吼，啊，当然当啦，啊，有的人写会动啦，吼，会灵动迄个会动啦，吼，灵动的动啦，吼，所以变成足侪种无共写，啊，无规矩，咱用罗马字，会当，吼，安尼上好，吼。所以罗马字跟汉语合作用哦，汉语用法就是安尼哈。啊，这种这是汉语哈，啊，这是这几年较普遍的一种方式哈，对汉语的方式哈。啊，这嘛是各位你也拄要入门，反正这是较方便啦哈，就是讲你汉字已经会晓，只要可以学一寡罗马字。哦，啊，罗马字要对学，咱等下嘛后壁介绍哈。包括咱未来咱。台面政府嘛会规划啦吼，要开即个台语课、客语课，以及咱高山族的即个语言的班吼。啊，恁拄则介绍迄是台语的大概伊的书写方式，即三大类啦吼。啊，过来呢，咱要讲伊的历史吼。过去咱拢想讲啊，台语也袂写字的，它有啥物历史？我较早嘛是安尼认为啊，啊，因为我一直甲大学接触着台语文以前呢，真正嘛是啊，都。读中国册大汉的呢，对台湾的历史也无了解嘞，啊嘛想讲台语也袂写一下嘞，也无啥物历史嘞。结果尾也开始呢去做即个台语研究，啊，当然一开始大学生迄当时先参加台语社，啊尾我出国去美国读册吼，我伫美国读博士甲硕士吼，啊是做语言学的研究，啊开始拢做台语甲越南语的研究，啊开始再去找相关的资料，啊发现哦不得了呢。台湾早前，无论台语也好，客语也好，还是讲原住民高山族的资料太丰富的咧。哦，咱即来看吼，简单讲啦，台湾语文的白话书写历史呢，比中国的五四运动搁较早啦。过去咱咧读中国人写的这历史，拢甲咱讲哦，中国五四运动
啊，请问五四运动是当时？1919年啦，哦，1919年因开始有五四运动，啊，五四运动对因来讲足重要，其中一项就是白话文运动，因为中国较早拢用文言文嘛，哦，啊，到五四运动以后，白话文较开始受到重视，较愈来愈侪人伫用白话文，无啦，进前是用文言文的，但是你咱会记啊。记诶吼，即个时间1919年，咱当然要介绍足侪出版品，拢比1919年搁较早的有啊。哦，咱即摆来看哦，即是咱安插，哦，咱要介绍台语进前咧吼。其实台湾上早诶书面语呢，不只是台语啦吼，是搁较早咱时代呀，哦，都有啊吼。譬如讲像即是1661年所出版诶，即用希腊语诶话呢，甲荷兰话对照，即个马太福音。哦，啊，咱即摆呢，阮台南呢，哦，有开始嘛，正正，咱要来复兴着希腊雅的话的语言呢，迄伊正侪根据拢就是根据即本马太福音啦，所以好佳哉，迄当时佫有出版即个马太福音啊。好啦，安尼正来看，啊，台语的部分呢，譬如讲台语的教材，啊，咱即来看，这是早前吼，正侪即个白话字使用教科书，即、這个白话字呢。伊甲中文讲的迄个白话文是无共概念嘛，白话字是专有名词，也就是教会罗马字的意思啦吼。因为伫教会内底，因拢通称、俗称叫做白话字，就是用罗马字来咧写台语即套叫做白话字。啊，客语嘛有，哦，客语嘛有客语的白话字吼。啊，即个早前咧，像这吼，伊是即个白话字的即个教科书吼。啊，像这即即摆伫。教会公布啥嘛，还阁有伫卖吼，各位若趣味会当遐买吼。啊，再来除了教材之外呢，嘛有字典啊，字典嘛袂少啦吼，但是咱记几本啊做咧就好吼。像讲呢，上早期呢，要目前咱还阁看会到，还阁保留落来即个字典呢，是1837年的 Medhurst 的呢吼，中文呢翻作麦都斯啦吼 Medhurst 的呢。伊所出版的一本叫做《福建方言字典》，啊，过来像讲1873年道家的牧师所编的《下应大辞典》，或者是呢甘为霖所编的《厦门应心字典》，咱即摆来看卖呢吼，譬如讲这是即个道家的即个《下应大辞典》，就厦门话，厦门话就是咱台语的前身啦，因为咱台语真侪拢是为厦门话来了才阁染着。譬如讲时代语啊，吼，平埔族即个语言，还是讲日语，阁染着日语了，才变做咱即摆台语出来吼。啊，像这呢，这是下应大辞典，道家的牧师所编的吼。刚找不出来。啊，这吼，像这呢，啊，伊这有厦门话，阁有英语对照。哦，就是伊有一个白话字哦，啊，然后后壁用英语来介绍哈。啊，过来，这是即个甘字典哈。啊，即本呢是第一本咱台湾家己出版的，到今年拄好100冬哈，咱台湾家己出版的。啊，咱拄则看迄个道家的，迄毋是伫台湾出版哈。啊，第一本咱家己台湾家己出版的是甘字典哈，甘为霖台语字典。啊，这是1913年出版，即个呢，伊伫咧到今年拄啊100冬吼，即个字典即嘛改名吼，即嘛改名叫做甘为霖台语字典啊，已经有正名变做台语字典，原名是即个厦门音新字典吼，厦门音新字典吼，即是个内容吼，像讲伊全部拢用即个白话字来排迄个顺序。然后重复一个汉字，伊个介绍，伊个解说，解说嘛是用白话字来解说，好，拄则讲的，迄是即个字典，当然字典阁真侪啦，咱时间有限，咱着拣几项啊做例尔，过来咱来看，报纸嘛有呢，咱全台湾第一份民间家己办的报纸，台湾府城教会报，倒一年出版？1885年呢，因中华民国还袂成立袂呢，蒋介石嘛还袂出世的呢，迄咱就已经用白话文台湾府城教会报伫办报纸呢，伫大清
帝国统治之下，咱就已经有即个白话字的报纸吼。啊，办即份报纸的人是谁呢？是即、這个吼、巴克的牧师吼、巴克的牧师是位斯卡伦吼，苏格兰吼，斯卡伦遐来的一个牧师吼。啊，伊伫台湾奉献60冬，啊，人过身去了咧，人嘛是待伫台南吼，正、做台湾人啊。啊，无像迄蒋介石呢，都足歹话，我甲因共姓吼，但是我无共，我是台湾蒋吼，安尼中国蒋吼。啊，你看死了，死啊久也毋愿台，啊要转去也毋转去，啊，拢在生伫遐，无管咧后代安尼啊，吼，啊，所以你看人，人咧传教士，早前传教士，你看人伫台湾奉献60冬，过世人就待咧台南，伫台南的即个基督教公墓啊，吼，会使讲是正港的台湾人啊。啊！伊对台湾有啥物贡献？哦，太大个贡献吼！比如讲，伊成立即个台南新学院，哦，台湾上早个大学啊，就是因成立个。哦，台南新学院，因为古早咱台湾迄当时无啥物大学啊，迄当时嘛无公家个啥物学堂啊，拢是样爱私人个啊。你若厝里有一块啊，哦，我都付费用，就请遐捌字个遐进士，还是讲请遐捌字个先生。来甲你教，哦，拢是读书学啊，尔哦。开始有即种近代即种教育的产生，拢是为传教士开始的，哦，台南新学院，然后伊办即个报纸，哦，啊，过来伊个呐翻译圣经，哦，像咱拄则看新旧的圣经，迄就是翻译的，哦，伊甲即个即个为原文吼，佮、翻译做台语版的即个圣经了，对啊，哦。啊，过来，伊进步到即个，咱拄仔讲个道家着迄本字典，下英大书典，伊嘛迄个补进步啦，等于佮佮补充一寡新的书落去啊。所以对着早前咱台湾的即个白话字的催生，啊，佮台湾早前的即个教育呢，有非常大的一个贡献啊。啊，有个人讲吼，啊，这爱做这拢佮宗教关系咧，哦，认真讲，你若看吼。近代欧洲啦吼，欧洲尤其西欧国家，因的国民的文学的形成，因的国民教育的形成，包括因的民族主义的形成，其实拢甲宗教有关系呢。嘿，迄拢是甲圣经呢，因为古早呢，中国世纪欧洲，因的圣经拢用拉丁文写的啊。你一般人读无啊？譬如讲，你平时讲法语的人吼，你甲教堂话，你来听遐神父甲你翻译啊。因为圣经拢有拉丁文写啊，你看无啊？吼，啊，你若讲意大利话的人嘛，同款呢，你无意大利话的圣经啊，啊，所以即个马丁路德呢，因提出宗教改革的时阵，其中一项足重要就是啥？伊讲吼，要让一般人会当直接甲上帝直接啦，中午免牵狗啊，哦，因为若牵狗啊呢，就像林益世迄种啦，吼。伊甲你要甲歪偌济戏，你也毋知咧。哦，伊着假讲吼，伊外口牵哦，但是伊中为中要趁着伊家己利益咧。哦，啊，所以呢，伊迄当时着提出讲，爱好一般个信徒会当直接甲上帝直接。啊，上好个着是啥？互伊家己会当读圣经啊。伊若家己会当读圣经呢，伊着捌道理啊，伊着袂去学遐神职人员去歪出伊啊。神父讲对讲唔对，伊至少会当看圣经，会当比对啊。哦，人圣经若写讲耶稣往东边行，神父干啦，甲你翻译做往西边行，就表示翻唔对伊啊咧。伊会当对啊，哦，所以伊当时就开始安怎，伊就甲拉丁文先翻译做德国话，因为本身马丁路德伊家己人讲德语哦，所以因为安尼呢，现代德语的书写才建立起来呢。无古早敢有德语通，敢有德语无啊？德语要哪写？就是根据德语的圣经，才慢慢啊形成出来。哦，啊了，你教会内底这人学会晓读甲写圣经了，你开始做其他的运用啊。譬如讲，你通写诗歌，哦，还是讲你为人去做采录民间文学的采集啊。你甲细汉听过遐囡仔歌、囡仔故事记录起来啊，记录起来了，你敢呐？甲出版啊？出版过你后代子孙会当学啊，会当传承啊，所以伊就开始有啥有德国人的民族意识啊。所以呢，因只近代只德国现代文学、近代只文学，包括因只民族意识，拢是甲宗教改革关系，拢是宗教的关系啊。
所以呢，为这个角度来讲，台湾嘛同款，台湾今日落雪，完全拢是同款的。啊，只不过可惜是后来，即个中国人来了呢，伊甲这拢斩掉，包括甲这历史甲暗藏起来，无爱互咱知，无爱互咱有传承啦。啊，伊无爱互咱有传承，伊要甲咱呢，丢对中国迄边去啊。啊，所以呢，即、这个巴克的牧师呢，因所做即个工作其实是非常重要。虽然伊的目的是要做宗教，但是呢，附带嘛，互咱台湾话有书写标准，建立台湾话书写标准，甲伊的民族意识大大形成，这嘛足重要啊。啊，这是即、这个，咱即个看这相片是即个巴克的牧师呢，较早住的所在吼。但较可惜啦吼，即摆伊迄住已经搬去啊吼，即后盖应该爱甲征收、甲恢复，把变做一个历史的一个纪念馆啊。因为伊个手头呢，包括咱台湾吼，第一台即个印刷机呢，嘛是伫个手头建立的，啊，佮台湾第一啊，毋啦，印刷机啦，佮台湾第一间的即个印刷厂、印刷。即、这个公司吼，即、哦这个算是出版社咧，嘛是伊手头建立的吼、哦。啊，即、这个巴克牧师呢，伊当时发行即个报纸吼，台湾府城教会报吼、哦。为什么伊要发行即份报纸？伊就讲啊，伊伫即个伫迄个大会头，伫个投书报纸第一期，伊就讲吼，讲为啥伊要发行呢？啊，咱来看觅吼。伊、哦、就讲，伊讲可惜。恁本国的字真恶，少少人看会晓得，所以阮有设别物的法度，用白话字来印册，互恁正人看较快吧。因为白话字较简单啊。啊，你若要学汉字吼，台湾俗语讲的吼，汉字若要学会捌吼，喙手就拍死结啦。汉字太济个咧，你学甲捌，你喙手就拍死结啦，你学一世人嘛学袂了。各位。恁有去研究过你家己捌偌济汉字无？恁知影恁捌偌济无？有人去统计啊吼，伫台湾，你若读到大学吼，平均册抄捌6000至7000字啊。啊，你若小学毕业吼，我有甲统计，1年到6年的小学的教科书吼，遐汉字呢，拢甲加起来抄2600几字啊，无甲3000字啊。所以你若小学毕业，你可能捌3000字以内尔。啊，读到大学抄6000至7000字啊。但是呢，汉字有几字？吼、哦，你若根据《康熙字典》吼，有47000几字啊。你拄仔刚学伊个7000几字都学袂完啊，啊，佫有40000字也袂学呢。哦，啊，你要学偌久？哦，所以莫怪你《康熙字典》掀起来，大多数你拢毋捌，你毋捌，伊嘛毋捌，吼、哦，逐个拢毋捌。原因就是安尼。所以你看遐传教士呢，伊来了，伊就用即个罗马字去设计即个书写的文字系统。啊，互咱台语会通，客语嘛会通，包括阮住民吼，当然伫无共时间去陆续去做遮个工课吼。啊，所以这是巴克的牧师吼，伊就讲为虾米伊要办即个报纸，用白话来印册吼。啊，过来咱即摆看即台呢，就是第一台印刷机啦。这是当时呢，1884年开始印的吼。咱毋通看即台安尼看起来，咱看会普普呢，毋通看会无呢？即迄当时伫百外当前吼是足先进的呢，即台教证阁用钱呢，即即摆收藏伫底呢，伫中营中学啦。咱遮敢有中营中学的校友，有诶请举手。哦，老师伫遮吼，嘿，真，即无简单呢。哦，即台机械即摆阁会用钱。哦，啊，即呢，即是迄当时呢算足先进，就敢袂输即摆电脑共款啦，等于第一台电脑诶意思共款啦。因为呢，即迄当时呢。就是讲吼，马即、这个巴克牧师因直接要传教，爱感觉传教就是上重要，是爱互咱人，互信徒会晓看圣经嘛。啊，要看圣经，你来印刷啊。啊，你印刷，你若逐概拢去上海，啊，无就踮英国印吼，啊，无去日本印吼，太麻烦的咧。所以就讲，啊，咱在地爱家己有印刷厂，嘛有印刷机咧。啊，另外一个就叫做马雅国医生咧，吼，迄嘛是早期来台湾传教真有名，吼，马雅医生咧，伊讲啊好。安尼无我奉献一台印刷机，所以伊就踮即个英国 Scotland 遐买一台，送巴克的牧师，啊，即台机械运转来了呢，为 Scotland 运转来台湾了，我惨啊，全台湾迄东
所以尾仔这巴克的牧师讲，啊无安尼，拄啊好，我要转去斯加伦吼，去遐进修，啊无我来只神煞来学，来学讲吼，这边来操作啦。所以呾专工阁转去斯加伦吼，去遐学讲吼，这台机啊要哪操作。啊学学了，转来才开始教，才开始传徒弟啊，啊安尼开始传出来吼。所以这是当初是，啊是伊个由来是安尼吼。啊咱看着这位呢，这位叫做陈庆安长咯，啊。伊算是最后一批捌用着这台机械的人，伊用到战后呢，到战后国民党来搁伫用呢，你看厉害无？为用遐久呢？战后呢，伫即个公报社吼，台湾教会公报社呢，啊，因迄当时后来虽然有较现代即个印刷机，但是呢，因爱做排版，要做校对用的。我有甲采访伊讲，迄当时呢，因会先用这印出来，啊，作为校对的用途啦。所以呢，因是迄当时最后一批呢，战后差不多1960年代，因是最后一批，阁有伫用迄台。啊，尾啊呢，因退休了的，即台就无人用啊。哦，所以呢，这算是最后一批吼，会晓排版，吼，会晓即个用即个较早即台吼来排版的一个迄当时的工人吼。啊，即个台湾上早即个印刷机吼。啊，过来，你要印刷啊，你嘛有所在啊，你得印刷处啊，还有出版社啊，啊，所以迄种是巴克牧师呢，伊嘛成立一个出版社，叫做祖丁堂啦，聚珍堂啊，啊，祖丁堂，就是即卖教会公报社啦，吼，教会公报社，嘛叫新楼册房，伊个前身叫做祖丁堂啊，伫台南吼，聚珍堂啊，啊，所以迄个祖丁堂伫对，伫伫遮，啊，伫即卖即个新学院。诶，图书馆边啊，即个啦吼，啊，即间因方拆一半吼，隔卡厝啊，嘿，后来拆了伊啊，吼，啊，这足可惜个啦吼，拆了变做安尼吼，啊，这是安怎呢？这嘛是表示咱台湾人对历史无重视啦。一方面是外来统治者调工个啦，啊，一方面是咱家己嘛无去珍惜啦。无这认真讲哦，全台湾第一个印刷厂啊，个印刷机，这吼，我听这郑良伟教授讲嘞。伊讲哦，即个日本吼，因迄个传播学个教科书啊，有介绍呢，伊会介绍亚洲哦，迄个媒体发展吼，那么介绍咱台湾上早印刷机甲上早报纸呢，叫咱台湾家己毋知，啊，佮安怎无珍惜？你看遮一条开辟这条路叫新楼街啦，哦，迄当时呢，听讲是国民党调工吼，都要迫害即个新学院哦，所以讲。加好康啦，讲啊，我开路该开较大条，都甲新人甲拆做一半吼，中甲开一条路，啊，所以你若都为即间即个台湾上在出版社甲开落啦，都拆做一半吼，啊，本来拆做一半，咱若搁好好甲抢救，还是甲保留一下吼，甲即个甲历史甲留来嘛好呢，表示讲这外来政权安那糟蹋着台湾历史呢，啊，结果咱台湾新人家己也无重视，我甲拆掉啦，我拆了变安那都空去啊，哦，啊，即摆那剩干那菜一身。巴克的牧师的铜像伫遐，啊，一个告示牌伫遐，讲啊，即较早都较早祖丁堂，嘿嘿，吼、哦，啊，所以这是足可惜啦，吼、哦，这非常可惜，吼、哦。啊，即、这个台湾府城教会有啥物重要呢？咱即下来看嘛呢，吼、哦，伊即份报纸内容吼足丰富个啦，吼、哦，太济。你若有趣味吼，你会当买完伊有甲为第一期到甲后来呢一套吼十几万尔吼，你若有趣味会当去买转来看。但你要看甲完，可能你话拍喙手拍死甲啦，迄话太济吼。啊，咱甲拣出来吼，咱进前咧有一个研究团队几十人个吼，啊分工来看吼，啊有甲一寡资料拣出来吼，咱即摆看卖咧吼。即份报纸内底呢，咱先拣一寡较趣味新鲜个啦吼。像这呢，1886年出版的，那恁啊注意啊看，1886年第七期，这个、标题叫做《日本的怪书》，这是一篇短篇的小说，一篇故事啦，用白话写的故事。啊，恁啊看，咱拄仔讲哦，中国白话文运动当时1919年呢，啊，咱伫1919年的战争三四十冬，咱就安怎用白话咧写小说啦？哦，啊，这个小说。哦，咱看日本的怪书，咱来读看麦，看是不是用白话写的哈？伊讲差不多10年前，
伫日本的庄下，有一人去歇伫迄客店，伫遐食好物，也住好所在，请人来吹箫、唱曲、啉酒，快乐一场啊！哦，爱请人来吹箫、唱曲，因为古早无垃圾哦的，哦嘛无 CD， 也无迄落啊，像咱即摆讲有电视哦，所以古早若要听音乐呢，无多放 CD， 你来请人来吹箫、唱曲，哦。啊！你看，这拢用白话写的对无？啊，这个故事内容是啥呢？伊讲有一个人吼，去迄饭店啦吼，去迄女婿吼，啊遐大妹吼，啊大妹是着交代这个女婿头家讲吼，头家啊，啊你明仔载啊，甲他叫起床吼，啊甲 morning call 一下，啊这个头家着甲应好吼，过顿工时间一下到，头家着要甲叫起床啊吼，啊因为古早无电话，你得爱用弄门的吼，所以头家着走伊门边要甲弄门。结果为这个门边影入面，迄窗仔边呢，看着奇怪嘞。啊，这个人奈遮恐怖，他有狐狸的尾溜。因为迄当时呢，寒天吼爱盖棉被，伫困盖棉被，啊，棉被有狐狸的尾溜吐出来，伊想奇怪，这个人奈有狐狸的尾溜，伊会惊嘞。本来无啥敢弄门入面，尾啊呢，这个人要是提出勇气，就哭哭弄门入面啊。弄门入面了呢，伊就讲话就皮皮出来，就惊嘞吼。啊！这个人客问我，啊，头家无你是安怎，安来皮皮出？伊头嘛唔敢讲啊，尾啊嘛是提出勇气讲，啊，到我要去买时阵吼，看到你有狐狸的尾溜啦，到底你是人还是狐狸精？哦，啊！这个人客发现着讲司机泄漏啊，就只好甲承认啦，讲无唔对，我就是山顶来狐狸精啦吼。啊，即个着要紧的代志入城要来办理吼，但是我这个秘密记咧，互你知影。安尼啊，拜托者，你唔通共讲，吼、哦！安尼啊，帮我保守这秘密呢，我会甲你报答，吼、哦！阿尾啊，甲你报答。到你若摕一寡钱吼，去庙里迄个天明香啊，甲藏咧呢，过当工就甲你加倍啦，用安尼方式甲你报答，吼、哦！啊，这头家本来想哪有可能，哦，啊，这头家想啊，无我来蒙试看卖呢，反正也无败害啦，所以就金十块银呢，去庙里天明香啊，甲藏咧，过当工去变偌济。哎、欸，真正变二十呢？伊就想，哦，安尼有影个呢？哦，爱得做二十个坑嘞，过当工是变偌济？变四十呢？伊就想，哇，安尼真正嘞，安尼冒死啊嘞，无坑较济。伊就想，啊，无我替坑一千块好啊，伊一千块坑嘞，过当工是变偌济？啊，两千太无去，侬奇怪啊，两千来无去，伊就想，啊，无搁坑一届，搁坑一千块。坑嘞，过顿工伊阁无去啦，啊，尾也是啥？尾也才恍然大悟，迄拄着变身啊啦，诈骗集团啦，啊，他有影是狐狸精，迄种变去啊啦。所以你啊看，这一百当前，百话当前，咱的祖先就甲咱讲啊，唔通去相信变身啊。结果你啊看，咱台湾人嘛是去戆戆嘞，迄种变钱、变选票啦。你看，咱互中华民国变偌久啊，就好嘞，变六七十当啊嘞，对无？哦。啊，甘愿做奴才，做六七十冬，啊，搁袂觉醒。你啊看，咱的祖先，你甲咱讲啊咧，哦，爱注意咧，哦。你看，这全部拢用白话所写的，哦，啊，你到近看起嘛，搁真有意思呢，真有意涵的，哦。啊，过来，像这北港妈的新闻，哦，北港妈出巡，哦，啊，譬如讲前一站有大甲妈啦，还是啥物妈啦，哦，欸伊这北港妈出巡啊，1886年所写，伊这是讲哦，啊这北港妈出巡啊，发生啥物代志，等于是报道文学啦，哦，咱马当发现这报纸来，较早嘛报道有真济台湾一个风俗民情啦，哦，啊有发生啥物代志，包括伊嘛报道原住民的啊，哦原住民遐有啥物会，哦伊嘛有报道出来吼，啊过来，啊伫恒春关惊游团刀。哦，因去恒春关，伊遐团刀吼，啊，有拄着啥物代志，见闻记，哦，所以等于是旅游的即个记录啊，哦。另外，即百话当前都有啊，哦，啊，即卖话即几年话人讲咧，伫流行啥物报道文学，啊，像流行啥物旅行文学，即种百话当前台湾都拢有啊，哦，啊，过来。哦，像这呢，除了家己写的本土的，嘛有外国的，伊嘛有介绍外国的呢。哦，像这呢，土摊，
请问土摊伊是咧介绍啥？有人约会着无？有人要约看卖无？土摊是咧介绍啥？伊咧翻译欧洲的一个囡仔故事。来，有人要约看卖无？土摊是咧翻译啥？有人知影无？伊咧翻译迄个，即个灰姑娘的故事啦，灰姑娘啊，为啥会翻做土炭？因为灰姑娘因兜咧卖土炭，卖土炭，卖迄个煤炭呐，卖土炭就是较散些土炭乌乌面就乌乌我感觉这翻做土炭加足水亏的咧，比个灰姑娘加偌赞的咧，你专门翻做灰姑娘，感觉较无迄个气口。那徛咱台湾人角度来讲，翻做土炭偌赞的咧，你来看。即1915年呢，中国还袂五四运动，咱就家己也创作，也翻译欧洲的有名的一寡囡仔故事安尼。你看台语版的灰姑娘呢，真侪咱嘛翻译袂少一寡欧洲的一寡故事吼。过来，除了文学创作之外呢，嘛有新闻事件呢，像这攻破大船。这是你讲迄当时震惊，全世界着惊一件消息，世界新闻啊，叫做攻破大船，是啥物新闻事件？有人约会着无？这是伫1912年第327期，就是泰坦尼克、铁达尼号沉船的事件啦。你看铁达尼号沉船的这国际新闻，伊嘛有呢。攻破大船啊！你看，伊写讲吼，卡瓦北极遐有落雪，那阵伫卡南边，有落雨的款，论迄个雪是安怎吼？你看，伊用白话伫介绍，像这铁达尼号沉船的事件，伊嘛有介绍呢，过来，规本册，除了即个短篇的文章，规本册嘛有，像这地理教会。伊甲你介绍讲，教会要哪治理，规本册嘛用白话字所写，治理教会。过来，明信片嘛是呢，即种台语罗马字写的明信片，过来罗马批，教你安怎用罗马字来写批，嘛规本册，这都得看过哈，重复着。过来，出师线，长篇的小说啦，规本册的小说，1926年就出版啦，长篇的小说叫《出师线》，这是由郑克潘牧师所写的，伊咧讲，讲一个故事就对啦，甲一个宗教故事，包括另外一个罗林生，伊嘛写真侪。即、这个，比如安尼啊，目屎啦，嘛有真侪即个白话字的即个小说所以你来看，2000年代，咱着短篇啊一大堆，长篇的嘛拢有啊，过来，除了即个文学创作之外呢，文化评论的册嘛有呢，像这蔡培火10项关键，十项关键，伊就是讲针对咱台湾文化呢，要安怎才会进展，才会发。在进步，提出伊个十大个看法出来，所以叫做十项关键吼。1925年，1925年，迄当时中国搁咧创啥？搁咧战乱个呢？中国咧，迄当时还搁咧战乱个呢？咱就已经咧论述讲台湾文学、台湾文化要哪在发展蔡培火，伊伫个即个十项关键内底。有讲到吼，咱甲引用吼，甲 scan 起来吼。伊讲吼，本岛人啊，着台湾人吼，拢共有360万人，仅仅才差不多20万人有学问，敢毋是真少吗？这是啥物原因呢？一项是咱家己袂晓看学问重，一项是说法的人无有十分的诚心，还佫一项就是要学学问的文字。言语太尴尬，非常恶滴恶，伊就指出这个问题啊。所以，伊当时就主张讲吼，咱得爱紧紧普及罗马字啦。但是吼，
较可惜。1920年代迄当时，台湾的这知识分子吼，拢看轻罗马字啦，哦，拢敢若重汉字，啊，无就重日文尔。对着这罗马字，对着爸母的，对着台语呢，煞无啥重视啊。哦，啊，所以呢，伊效果真有限。但是你若看越南吼，越南嘛，因的这罗马字时期其实甲咱差不多呢。像讲吼，咱拄则讲咱台湾上早第一份的罗马字报纸是1885年出版。越南比咱早20冬啊，因伫差不多1865年就出版一个上早落卖报纸，叫做《家庭报》啊，《家庭报》啊。啊，这《家庭报》呢，伊出版了呢，陆续吼，伊嘛差不多1907年的时阵呢，因有组一个即个叫做东京艺术，类似台湾的文化协会啦，啊，较早咱有台湾文化协会。啊！你即个蔡培嘛，捌做过理事长啊。伊当时嘛要吹煞，但可惜台湾知识分子呢，汉字读心深啦。但是越南迄边呢，因伫1907年做东京艺术，然后开始吹煞罗马字。了呢，真侪知识分子拢会当接受啊。所以后来因越南规个拢改做罗马字，1945年以后全部拢改罗马字。但是咱可惜啊。后来呢，愈来愈少用罗马字，颠倒拢汉文愈来愈侪啊。尤其1945年以后呢，中华民国来了呢，煞单中文愈来愈侪哦。好，啊，过来，咱拄则讲的，这是即个蔡培火10项关键哦。拄则讲，迄拢是人文的册吼，嘛有一寡甲人文较无直接的，譬如讲医学的册嘛有呢。像讲1917年，戴仁修医生呢，伊所编的《内外科看护学》《内外科看护学》医学的册呢，台语的呢，你有看过台语的医学的册无？哦，你看，伊来讲咱人身躯的构造是安怎，规本拢用台语落来写的呢。啊，咱当时出版的，1917年就出版了呢。中国讲某事弄啊，要不然呢，咱就用白话文去写医学的册啊呢。过来，迄个无遗憾，数学课本，那1897年台语的数学课本哦，标题叫《必选的初学》啊。啊，中华民国还未出世的时阵，咱就已经用台语白话咧教数学呢。你看，伊才给伊教讲记小的法度，要哪记小？啊，这本数学课本我是揣到的呢，这是淡水教会啦，我伫马街迄间淡水教会揣到的，嘛是吼，台湾人无重视啊，佮等咧壁工吼，久在后，久在两，啊，佮在迄几啊当前，我已经看着吼，都佮收、佮 scan、佮影印起来吼，好佮再有啦，啊，若无吼，即证据拢无去啊，都拢许国民党佮咱台湾人，无敌的台湾人吼，做伙共同佮消灭掉去吼。啊，你来看1897年的数学课本呢，你有人捌读过台语的数学课本无？我想大家拢毋捌啦吼，啊，过来成绩单，吼，这个愈厉害。咱中英中学较早吼，叫做台南长老教中学校，伊个成绩单嘛台语个呢。我听即个郑志玉牧师讲吼，较早早前长老教会个中学就是中英中学，较早拢是用台语上课个啊，物理化学全部用台语个啊，但是即摆敢若无啊啦，较可惜吼，应该。豆豆佫增加一寡母语的课，吼。你看这早前呢，伊的这个成绩单呢，拢用罗马字写的呢，啊，佫来点字的嘛有呢。进前咱看拢是目睭有看的人，目睭无看的点字的圣经嘛有呢，点字圣经、点字的圣经，佫是用台语写的哦，台语的点字圣经呢，啊，伊个工区啊，你若是只，伊家讲吼，比如讲 H 啊，CH、CHH 要呾点，伊只拢甲你教啊 R 啦、A 啦、E 啦、O 啦吼，啊要呾点伊只拢点伊个教材，啊佮伊个工区嘛拢甲你介绍啊只拢100冬前就有安尼。你看100冬前，咱着对只个盲人还有。伊的这个教育看偌重视就好啊，
啊，过来，像这过星期的人嘛，有伫用呢，啊、哦，像这呢，这个马街因太太吼、哦，张聪明，张聪明吼、哦，张聪明呢，伊的墓牌嘛有呢，嘛有伊的，嘛有注这个台语罗马字，哦，注这个白话字，啊，好佳哉，伊佫有注罗马字，所以咱知影伊的名，啊，叫张聪明，啊，无你若看汉字吼、哦，写张聪明，咱可能想到张聪明，哦，啊，张聪明就听无啊。伊个名叫张昌明，因遐腔口的关系，伊住五股坑啦，哦，五股啦，五股啊，吼、哦，五股的原名叫五股坑哦，所以你看，伊就用这个记录的啊，咱就知影五股坑啦，哦，啊，后来是改做五股哦，啊，像这嘛是哦，像李清烟哦，这嘛用白话字哦，啊，像这建筑物嘛有啊，嘛、哦、用这个罗马字白话字哦。以上咱介绍的呢，遮个真侪，因咱时间有限，所以咱无法度全部介绍到完吼。各位若有趣味呢，咱伫两冬前呢，即、这个台湾文学馆呢，有委托我编即个台语白话字的文学选集吼。咱有甲咱拄则看着即、这个台湾非常教育部为古早到1969年吼，全部用白话出版的遐个内容，以及其他的白话字的。诶，即个出版品哦，咱有咱甲看过了呢，甲拣一寡甲台湾、甲即个文学性较有关系、较有意思的遐文章，咱有甲拣出来，啊，甲分类分做五大类啦，哦，啊，咱有分做散文啦、诗歌、小说、翻译的，啊，啊，过来文化论述，分做即五大类吼，啊，咱有用原文，就是白话字、罗马字，甲伊的即个汉罗对照。两种吼、哦，方便咱即摆人会当去看，所以各位若有趣味，会当上网络，或者上雅虎还是上 PC 上拢去找着有吼、哦。啊，咱拄则介绍，迄拢是早前100冬前的物件啦。啊、哦，咱要先介绍，就是要互咱知影讲，咱是有母语书写的历史啦，毋是无啦，是因为外来统治剥削着咱的母语教育权，才致使咱成做母语的青面牛的啦。哦。啊，过来！啊，早前100冬前有，啊，即摆阁有人伫写无？嘛有啊，嘛阁真侪人伫奋斗，哦，伫拍拼，用家己的母语来书写啊。譬如讲战后，哦，算上是算真早就报纸，到即摆还阁伫发行吼，哦《台文通信》哦，伊伫1991年出版。啊，过来《台文网报》嘛有吼。哦啊，后来即两份报纸伫旧年合作一份啦，吼，叫做《台文通信网报》吼。啊，过来像讲《海岸台语文学杂志》吼，啊，种《台文战线》吼，《首都时报》吼，啊，种客家的嘛有，啊，番嘛有，啊，文学客家客台语吼，像这呢，即摆嘛是还阁有伫发行，吼，主张用台语、用客语来书写家己的文学啊，为什么咱台湾人会毋知影即个历史？是啊，因为咱都母语的教育啊，因为咱无母语的教育呢，咱当然就对家己的历史就会无了解啊，咱就看轻家己嘛，啊，咱拢想讲啊，中国人较敖啊，所以这是中国人的策略啊，啊，咱即下要讲吼，中国人的策略毋啦安尼尔呢，伊毋啦无爱互咱知影台湾的历史，伊阁安怎？即几年啦，伊阁用一部利用文化、利用即个文化的宣传呢，叫一寡看起来像是台湾人，毋过其实呢，伊的心是徛伫中国迄边的。伊四个用公家资源啊，四个去演讲，甲台湾人荼毒。啊，咱今仔举一个例啦吼，这是2011年的时阵吼，黄春明可能为咱当时也有印象吼，迄当时黄春明来台南。演讲啊，我家己也摆啊抗议啦吼。啊，为虾米？其实这毋是个案尔啦，这是中华民国有策略的，找遮的作家、找遮研究者呢，四界去放毒啦。伊其实领啥个？领公家的钱呢，车尾费公家、演讲费拢公家的呢，包括后来单方面替伊发言声援，拢是安尼呢。啊，咱即摆简单来讲一下吼，拢迄届呢是安怎来？因即摆拢是安怎呢？利用即个文人来做统战的工作，譬如讲呢，黄春明迄天呢，就来
五月二四啦吼，2011年五月二四，大家即个台湾文学馆遐演讲吼，啊，演讲的标题是讲吼，台语文教育吼，甲书写吼，到底有需要啊无？啊，你讲即个问题就对啊吼。啊，伊来伊就开始就讲543啦吼，基本上伊的政治立场当然伊是中国人啊，哦，伊家己嘛讲啊，我们中国人呐、啊，哦，包括呢。二十几年前，前卫出版社伊有一套叫做《台湾作家专辑》，唔知咱当时有人看过无？一套真大套《台湾作家专辑》。迄当时前卫嘛要找伊，啊去找陈应真，要甲因的作品甲收录迄本作家专辑。但是伊讲 no 呢，因家己拒绝了。伊讲我是中国作家，我也毋是台湾作家啦。虽然伊是宜兰出世的囡仔，毋过伊感觉是中国作家，毋是台湾作家啦。所以伊拒绝啦。伊讲恁这独派，我无爱互你收录啦。佮另外一个陈应真嘛是啦，哦，啊陈应真毋知过身去袂哦，前一站伫北京啦，人已经算住院啊，算伫遐急救啊吼。你看，伊嘛感觉伊祖国伫中国啊，所以要死进前咱嘛转去北京啊，哦，啊所以像遮个人，咱毋免讲伊是台湾作家啦，咱毋免遐好伊讲吼，拢拢啊在包容伊，就讲是台湾作家。伊要做中国作家，引导咱引导代志，咱就尊重伊吼、哦。所以黄春明嘛是同款的。伊来伊嘛是用啊，我们中国人就安怎啊？一开始就伫遐批评啊，讲哦这啊哦，伊就先批评阿扁啊，讲哦搞什么什么意思讲搞什么一边一国啦，吼啊，咱都甲中国拢共国个咧，哦，你啊看啊，五月节要到啊咧，啊，中国人食肉粽，咱也食肉粽，咱拢共国个，咱同文同种个咧，哦，就开始讲遐有诶，啊，当然这是伊政治上伊主张，咱嘛尊重伊，我嘛无也无甲抗议咧，哦，伊就开始。过来就讲吼，讲吼，啊，即用些即台语文吼，即台语文教育其实也无需要啦吼。伊就讲吼，伊去国，伊去某一个，去高雄某一间学校呢，啊，看到去迄间学校呢，啊教台语，啊教客语，啊教原住民的话，吼，伊讲安尼，即囡仔吼，即可能负担伤大，头壳扁去咧，大概意思安尼就讲，啊，即无需要，啊，若无去踮厝家己学就好啊，何必来学校？若袂，咱就用中文就好啊。还过来讲，啊，这台语也未写字啦，也无书写历史啦，是要哪写？讲安尼啊，讲啊，这台语根本就无多写啊，你写是要啥物人看有？哦，伊就讲哦，啊，你请迄个啥物，宋哲来啦，哦，啊，哦，有啦，伊较早咧写，但是伊写了吼，足艰苦，我读着也足艰苦啦，就伫遐哭死啊啦，哦，啊来讲，啊，伊后来就无咧写，像这着乌白共歪出来，扭曲书信的，人宋哲来，我介毛写个人。前一阵，我伊甲好问，伊就讲，伊阁公开主张，但爱用母语来写作个，伊竟然讲，啊，伊人无咧写，已经放弃啊。过来上严重的是呢，伊尾啊，伊就讲啊，啊那些搞台语文的呢，哦，伊就记名道姓，讲啊，一个是洪伟人，一个是郑良伟啦，吼、哦，啊，遐人母母遐啦，五四三啦，写台语文拢不伦不类啦，就安尼讲讲骂就对了啦，吼、哦。啊，规个演讲拢唔是就事论事啦。就拢有用口说的啦，用迄种讽刺的，啊，拢用迄种歪出来，毋是事实来咧共扭曲啦吼。譬如讲，伊就甲现场遐两三百个听众讲，迄安徽人哦，搁伫中央研究院当助理吼，搁用迄种足笑亏吼，硬咧共口说呢。但是吼，伊无想着讲吼，伊这资讯已经停留伫二三十当前，拢无 update 啦，拢无更新啦。因为伊讲安徽人伫中央研究院做助理，迄是二三十当前。迄当时安徽对方关出来无偌久，也无博士学位，干那硕士学位尔，所以伊就伫中央研究院做助理啦。但是咱后来，佮伊进修摕着博士学位，佮做甲台中教育大学台语系的系主任退休啊，人已经教授退休啊，伊拢无去 update 啦，佮停了二三十冬啊，啊共口说讲啊，你助理尔，你无啥物台语文，你看即个人有较拽无较拽？哦，啊，就伊就讲骂讲，哎，不伦不类。啊，当我听到这声，我就挡袂牢啊！我伫遐已经忍受半点外钟啊，啊，挡袂牢了，我就只好海报退出来啊！吼、哦，我就甲抗议啊！吼，我来写顶头用中文，下面用台语啦！吼、哦，顶头来写台湾作家不用台湾语文，却用中国语创作，可耻！哦，啊，下面就讲台湾作家爱用台湾语创作，哦，啊，我是就事论事，我讲哦。你伫遐咧发表你意见，我嘛尊重，但我嘛我意见啊，我要表达我意见啊，而且我嘛无甲抢麦克，我就干摕海报摕起来，
要表达我的意见尔吼、哦，但是伊就袂得来咧，吼、哦，你看，伊就衫脱掉冲来要甲拍，吼、哦，即、這个就是黄春明啦，就是迄个臭干胶，吼、哦，啊，过来，伊用北京话甲胶啦吼、哦，用北京话胶讲安尼，即五字啦吼，胶两届啦，诶、欸、啊，我足生气的，你知道？哦，哦你若用台语甲胶，我阁无要紧咧，你用北京话甲胶是安怎？对无？你是把他当作中国人哦，我是台湾人咧。你用台语教我，阁会当接受；你用北京话教，袂使。所以我要甲告。所以后来我迄个告啊，我真爱迄个告啊。法院呢，第一届、两届拢判我赢啦吼。迄、哦那个我迄告嘿，这是咱迄当时咱民政府的同心嘛，陪我做去台南地方法院告吼。啊，各个第一审判我赢吼。哦啊，判爱罚12000啦，哦，啊，这个法官吼、哦，就讲伊甲骂两届啊，吼、哦，讲伊啊公然无误，所以爱两届哈。啊，那照因中华民国的这个刑法是讲哦，一届是上加9000，两届上加18000啦。但是迄个法官哦，迄、那个主文写无好势啦，伊是要判两，算伊两届罪，啊，写无好势，当作一届罪尔。啊，一届罪干咱9000啦，啊，伊共写万二，伊本来是讲两届罪。上加当18000，但是看伊较老吼，甲拍一个折扣者，算伊12000就好啦。所以甲罚12000啦，啊，结果是有小瑕疵啦，有小瑕疵啦吼。啊，所以呢，后来呢，就检察官替伊上诉，讲啊，你这有问题，人9000尔，你甲罚12000，到底是安怎？啊，所以阁去上诉，但是上诉尾啊嘛是阁判我赢啦。但是呢，即个法官吼拄着一个男的中国个法官啦，哦，虽然判我赢，但是讲吼免甲罚，因为吼伊对。一方面伊较老啊，啊一方面呢，伊着对台湾文化有贡献，所以毋免罚啦，着准入煞免罚啦。啊，结果遐新闻出来，拢敢报讲哦，伊免罚尔啦。但是伊是有罪哦，只是免罚尔哦。哦，是我赢，伊输呢。只你若看中国派报纸，拢毋敢报，拢敢甲迄免罚写甲足大啦，表示要替伊澄清，敢若袂输讲是伊赢嘞，要赢做迄种伊赢迄种个迄种印象啦。啊，其实是伊输呢。两届拢是我赢的，但是遐中国媒体吼，拢咧甲歪传资讯的，包括第一届是伊嘛讲吼，遐媒体拢在黑白报，报讲啥物我是呢，一开始就甲伊抗议啦，吼、哦，啊太歹等人讲煞较抗议，袂上袂着人抗议，我伫遐听讲半点外钟呢，结果伊甲歪传讲吼，是我一时着甲抗议啦，害伊袂当演讲一啦，所以咱台湾媒体实在有够乱，就是安尼呢，哦，啊所以你啊看，像即种人呢。欸，你啊看，即中国媒体拢甲伊抱咧，抱讲这是文学大师呢，文学大师呢。欸，大师啊，着美国西装穿咧，着大师啊咧，对无吼？啊，即个是啥？着遐媒体拢抱遮个，若毋是抱因中国人，着是抱即寡伫台湾出世，但是心伫中国个遐个人。啊，真正台湾个作家咧，伊着毋甲你抱啊，吼，啊嘛毋甲你报啊。认真讲，台湾要有足济真有名的作家，为着台语文写足济啦，包括譬如讲过星期的，譬如讲嘛是咱中中的好友林无生就好啊，伊捌迄种变调的，哦，啊林无生这嘛是咱全台湾第一个去日本哦东京帝国大学摕到这个学士学位，过来第一个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摕到文学博士。伊个博士论文做台湾教育研究个呢，啊，伊伫中中也有教过册，嘛来伫阮成大教过册，尾啊嘛去台大教过册，佮做佮台大文学院个院长呢。结果遐中国人来佮平调啊，哎、欸，所以你看，咱台湾遮济高人拢遐中国佮咱断调呢，然后则了抱讲哦，啊，台湾人无文学，台湾人无高人，拢佮因中国人较有呢。你看恶质也无恶质，哦，啊，所以即摆遮嘛同款呢，即几年来，遮个。这是真正经，这个黄春明因来这上班的，这个文建会办的呢，文建会因出钱的呢，因用公家的资源，叫一挂这个台湾出世的中国人四界去投动呢，哦，啊去四界去宣传，叫咱台湾人来放弃母语，讲哦台湾无文学啦，台湾文学拢是用中文写的啦，若要写，得用中文啦。啊！你啊看，恶质啊，无恶质啊！这毋是干一个，因这是有计划性，拢是安尼四界咧做个啊。因这拢是计划性，你安尼做啊。包括你啊看，即卖国立台湾文学馆嘛是呢，
2008年以后，马英九就起来咧，换一个中国人馆长咧。即摆做嘛是拢不时咧甲中国交流尔。啊，靠！有影咧台湾无人管，台湾味愈来愈少啦。哦，啊，过来，拄则讲诶，迄黄春明迄是作家啦。因即摆咧，即中国咧媒体咧，就讲台湾咧，即中国媒体，啊，种即个中华民国体制咧，条共咧利用即个作家，过来就是利用即个研究者。西贡啊，上飞啦，伫遐咧偷台湾人，安怎偷呢？黄春明迄我甲控伊了，报纸报出来了，啊、哦，报纸嘛去访问一个真有名的人，叫陈鸿明啦，即、這个吼，即、哦這个陈鸿明哦，伊来访问陈鸿明啦吼，啊，问看伊意见是安怎吼，啊，当然陈鸿明就伫骂我啦吼，伊前后伫报纸讲几啊届，报纸嘛报几啊届吼，连续报几啊届。大概甲整理起来，伊有四个重点啦。伊讲吼，第一，台语也无文学啊。伊讲台语头文学，台语是口语尔，迄干那口语语言尔，也无啥文学啊。过来，伊讲这台语霸权啦。伊讲这蒋渭文伫欺负老人啊，讲这是台语霸权，是台语伫欺负华语啦。我夭寿哦，咱台语伫欺负华语啦，这是天地倒病呢。讲咱台语伫欺负伊啦。吼，啊，过来伊讲吼。这窄化台湾文化啦，伊讲咱咧排斥华语，咱是咧窄化台湾文化啦，夭寿哦！吼吼，啊，咱的原住民的语言，咱的客家，咱的台语，迄个华语咧定甲要死，伊讲拢无要紧啦。啊，华语讲吼，那咱若甲排斥，叫做窄化台湾文化啦。啊，过来伊讲吼，咱若大家坚持用家己母语讲，安尼咱无沟通平台，咱讲的话拢袂通。欸，啊，若照安尼讲，咱拢讲英语就好啊咧，全世界讲英语就好啊，对无？是安怎伊要讲中文？是安怎伊写册拢用中文写？哦，伊讲咱袂当坚持家己母语啊，但是伊会使坚持华语啦。啊，这就是啥？要叫咱死啊，啊叫互伊活就好啊咧。叫咱台湾各族群的语言拢死死，啊，剩伊华语活起来就好啊咧。啊，讲这个话，啊，报纸嘛安尼甲报啦。啊，这个人做甲啥咧？政治大学台湾文学所的所长啦，你看侥幸啊无？啊，所以你嘛知影，迄拢是挂吊羊头卖狗肉啦。伊做政治大学台湾文学所的所长，其实是拢讲迄种反台湾的话啊。啊，你嘛想，你嘛知，啊，政大的党校嘛，国民党党校，伊会当遐做甲所长，无他毋叫我蒋永文去做所长啊，对无？会当做甲所长，表示就是，哎，啊，伊甲迄个同学会合，咱毋才互伊做所长。啊，无你看，像我伫成大，好不是嘛咧甲刁难，啊，因为我著较无听话啊。所以你看，我诶身顶嘛甲刁，伊甲动咧。啊，包括办活动嘛，不是甲刁咧，包括我进前，哦，邀请咱即个台湾政府，包括林志兴秘书长，搁有咱总理等等遮个人去演讲咧，效果恶真咧。我原底场地拢有申请，啊嘛，甲即活动社铺上网络，铺上即个学校有一个网站吼，学校的首页有一个公布栏。以前阮办活动，照程序甲申请，拢会当铺起哩哦，几啊档拢无问题哦。啊，迄届民政我来甲申请哦，头啊伊也毋知有甲铺起哩，尾啊活动前几工甲向我甲拢抬掉啦，甲所有活动拢抬掉。哦，你甲我抗议啊，是安怎呢？我即拢照你的程序去申请的呢，啊，你有啥物理由？伊嘛免啥物理由啊，伊会讲吼，讲我这個单位毋是学校正式的单位啦。我是成功大学台湾语文测验中心，这個、中心嘛是学校正式有承认许可的二级的单位呢。伊即摆甲你讲吼，啊你这毋是学校单位，硬咧甲你讲白菜你知？啊，佮硬讲吼，迄是伊的行政院疏忽，以前吼，迄是拢疏忽是阮二级单位是袂当牵的，但爱因下开当牵的，反正拢公共的五四三啦。你啊看一个。国立大学的遮个，阁是校秘书哦，校长秘书哦，哦，阁敢讲白惨呢？啊，你看中华民国遐个官员会讲白惨下袂？嘛是会啦。我干交叉过几难届，交手过几难届，发现马上都做阿讲白惨个啊。哦，啊，所以呢，你看，遮个中华民国遮个官员啊，好含学校嘛拢做阿讲白惨，伊都为着伊。政治目的，伊听我讲袂差，无分是非嘛，哦，啊，所以呢，这个陈鸿明嘛，同款呢，哦，因即卖即个中华民国的利用者嘛，利用你表面上看起来台湾人，尤其呢，陈鸿明伊较早捌做过民进党文宣部的主任啦，
啊，其实呢，伊这是变色龙啦。咱敢听我公开讲，因为呢，伊早前是国民党，伊家己嘛讲哦，伊家己讲，伊早前少年时是国民党诶。伊家己讲，伊是去海外读着台湾诶历史诶册，才开始吼，我倒来台湾转头，转倒来台湾，差不多90年代，伊倒来，吼，为海外倒来，所以迄当时接迄个民进党诶文宣部诶主任吼。但是后来呢，阿扁啊执政诶时阵吼。可能分不到什么好康的啦，所以后来就带头开始反阿扁啊。所以当时你若看迄东西，你 Google 一下查，阿扁啊执政的时阵，学术界上头出来甲反的，就是伊啦，伊带头的啦，啊、哦、啊，所以呢，伊这人就是安尼啊，政治变色龙啊，哦啊，所以伊后来呢，伫同款的我控的黄春明了呢，迄六月，啊，佮到伊佮两届来成来迄个台南。演讲吼，啊，佮参加即个座谈会，我嘛一群人，大家拢去甲问问题就对啦吼，啊，着问一寡问题啦吼，啊，伊嘛拢毋敢回应啦，我问讲啊，你是毋是变小龙？有人讲你是变小龙呢，吼，啊，最主要为啥伊毋敢回答呢？因为伊拄啊拄着我安怎歹运呢？因为吼，伫1990年代，伊拄啊好为美国倒来台湾时，迄当时我还大学生呢。我拄仔伫淡江大学台语社做台语社个社长，因为阮拄仔创一个台语社吼。啊，迄当时我邀请伊来淡江大学演讲，讲台湾历史啦，讲台湾历史个主体性就对啊。啊，因为迄当时伊表现较好，足独派啊，足台湾。伊来演讲是讲吼，即中华民国当然嘛是外来政权，大家推翻了掉啊。真正迄当时安尼讲呢，吼、哦，迄当时要做民进党文宣部主任，按邀请来演讲。伊就安尼讲，讲这国民党嘛是外来啊，哦，所以这我记甲足清楚嘞。但是这点吼、哦，后来就变啦。开始前几年就变啦，我看报纸顶啊，开始讲啊，唔能够讲中华民国是外来政权啊。包括顶一届这个总统大选，中华民国总统大选，伊嘛伫报纸咧写，我看嘛搁咧讲啊，讲啊，这中华民国咱得爱承认伊合法性啊，拢咧讲这物件。所以呢，即、這个我咧问讲，啊，你进前20年前安尼讲，啊，即摆呐安尼讲，到底你是啥物原因？我咧甲问，我问讲是毋是即、這个到底是啥物原因？啊，你太无，伊嘛拢毋敢应啦。嘿，应该是有摕着啥物好处个款。啊，佫有一点，我嘛佫印象真深，嘛是20年前伊来演讲个时候，我问讲吼，啊，台语有文学无？因为我当时台语写社长，我就问我啊，台语有文学无？伊呢，甲你讲。台语无文学，吼、哦，这点嘛足害呢。这点20年来嘛是拢无变。20年前甲问讲台语有文学，伊嘛讲无文学。20年后佮问，伊嘛佮讲无文学。奇怪呢，该变的唔变，不该变的煞变啦，足奇怪的。所以我就是要甲问啦，哦，啊，因为伊可能嘛足意外啦，想袂到讲哦，20年前，吼、哦，一个大学生，啊，即摆嘛做甲介共款教授，啊，伊拄仔甲问问题，啊，拄甲吐槽，你知无？因为呢。伊后来伫9月份吼，伫文学馆遐，伊演讲个，伊主要是要讲迄个党外个时阵个反抗运动啦。啊，伊也拢伫遐铺家己啦，拢伫遐报家己就对啊。讲吼，伊当时党外先外交拄外交好，啊，我反抗即个政权，我安怎？啊，我着甲督查啊，讲对啊。啊，你20年前是安尼啊，但是20年后你太挖迄个政权，哦，包括佫有较含个，伫1970年代。即、这个有一个伊光中，恁应该知啦。迄、那个中国个难民作家哈，中国难民作家伊光中啊哈。啊，即、这个伊光中呢，伫70年代，捌指控真济台湾本土个文人，讲吼，即拢野龙啦，讲人来了啦，讲野龙来啊，安怎啦？伊讲即拢工农兵个文学，即本土个拢写即啊，即写工人、写农民安怎防糟蹋，安怎，即拢甲共产党共怪啊。叫警总讲，一只拢爱掠起来，即拢阿强啊，就对话啦。哦，所以写一篇真有名，叫《人来了》，伫咧指控即个伫描写基层的即个文学的即个作家呢，伊公众是即个人呢。啊，即、這个单方面呢，伫早前伫80年代嘛写真侪文章，伫批判伊公众呢。哦，迄种讲啊，出格全部拢道理了咧，讲即伊公众不应该，哦，伊太会使安尼。伊应该认同台湾较对呢，哦，结果后来前几年，即、這个政代吼，伫单方面安排之下颁发一个英武博士予伊光中啦，
你看看这个公义无？当初是陈鸿明伫遐批评伊讲中无认同台湾，结果后来陈鸿明因建议政台颁一个鹦鹉博士予伊讲中啦。我这人头壳破去哦，是安怎？是用收尾啊？是安怎？还是磕着头？伊批判的竟然讲，我即摆换迄个颁一个鹦鹉博士，啊，过来，佮替伊讲中鞭策啦。啊，然后你办研讨，你甲抱啦，抱讲吼，这伊讲中这是台湾文学的文人的代表啦，伊的台湾文人在穿伊讲中安尼啦，我想昏倒咧，所以我就去甲质疑，我讲啊你是安怎？你是变色龙？啊，伊看到我拢偏啊懵的，眯手唔敢应啦，因为拄好我知影伊只底下咧，啊，单拢大概拢为迄个后尾门啊走啦，拢为后尾门眯手闹跑去啊，哦。所以我咧甲质疑讲，啊，你即个教授是安怎做台湾文学所的所长？你是用马的，还是用啥？凭你安尼还当做台湾文学所长？真正足含呢？毋知影台湾有无语文学？咱拄则已经介绍一个，早前百话当中就遐侪用台语写的文学作品。伊身为历史学家，佮兼台湾文学研究者，敢毋知？还是低清？我看是定性较有影哦，雕工假做毋知咧，哦，啊，这就是啥伊要摕迄个解税权啦，所以各位爱了解，即、這个外来政权伊拢足够用这步数，雕工用这，你看用学术界抢迄个解税权，互伊一个位，踮台湾无人去，结果伊讲的拢是啥反台湾的话啦。各位，我听我甲恁讲，现处是台湾的遐台湾文学系所呢，有九成以上拢抢伊即种人。霸占掉的，所以呢，连讲呢，你若看了报纸、电视呢，报着讲啊，台湾还是什么什么人，伊咧讲什么话吼，还讲九成以上你啊倒头想，因为呢，有九成拢是我中国的讲法，真正吼，因为我伫台湾那下，我教十冬啊吼，啊对这底下拢太了解啊，所以呢，啊这就是啥呢？人国民党的手腕呐，因咬啊，人用这部的啊，啊用台湾人来治理台湾人啊。用台湾人来对付台湾人啊！啊，遮详细呢，因为时间有限，咱就无要搁讲哈。各位，你通上网去看吼，咱即个台湾笔会，台湾笔会就是主张用台湾的母语来写作的一个作家协会啦，哈，这是他三当前成立哈。有出一本册叫《蒋渭文抗议黄春明的真相》啊，啊，这详细有甲迄当时呢，真济社团写的这个文章啊，伫这个。在抗议遐个迄个黄春明吼，啊种声援话，即个作品吼，有甲收录起来吼。啊，咱拄则讲到即个陈鸿明，我阁补充一个吼。我吼，伊即个政台台湾文学所其实爱改名啦。咱若台湾政府起来吼，第一个爱开刀就是政台台湾文学所啦。伊即吼吊羊头袂高吧？安怎讲呢？伊根本都毋是台湾文学所嘛。咱若看者吼，伊个即个。你看，伊硕士班入来考，伊考啥呢？你要伊那读台湾文学所的所长，台湾文学所的学生吼，你入来考爱考国文，啊，国文是对一国的，中国文的，毋是台湾文的，毋是台湾国的国文的，是中国文的。啊，过来爱去考啥？中国文学史呢？讲要读台湾文学所，讲来去考中国文学史啦。啊，你若问讲啊是啥物理由？伊讲吼，啊，咱台湾甲中国吼有足密切的关系，所以爱。了解中国文学史，才会当了解台湾文学史。我讲那安尼吼，咱嘛爱读日本文学史呢，啊，咱嘛爱读美国文学史呢，啊，嘛爱读英国文学史呢，因为大家拢知影莎士比亚对无？莎士比亚英国人啊，所以咱英国文学史嘛爱读呢。我拢会多爱读一个台湾文学史，你遐济科目拢爱准备，对无？安尼敢会通？袂通啊！即个那袂说，你要读日文系，结果你还考中国文学史，是你考啥物碗糕？结果伊就是安尼啊，讲到爱去考中国文学史啊，伊就是用这体制来逼你啊读中国册啦。啊，就不管你读台湾文学，你嘛是爱读中国册。伊卖的是迄种中国人、中国思想来做台湾研究的啦。因为你做台湾研究，才会当符合中国人的利益啊，都袂徛伫台湾的角度来做台湾研究嘛。过来你也看，伊的博士班，啊，佮有硕士班，伊的毕业语文的要求呢？你若要因遐毕业吼，伊要求安尼，你若英语之外，伊还佫有第二个外语啊。第二外语就讲你日语英，就讲英语以外的，譬如讲日语、德语、越南语拢无要紧，但是台语有算无？歹势无算。
台语唔免啦，奇怪，你也毋是外文系啊啦，难道你台湾文学系讲唔免要求本土语文啊？这足奇怪呢。结果因就咱定啊，我讲啊，你这敢若袂输外文系咧，啊，结果因就是安尼，最后咱几分钟啊，咱各位呢，若是要学啦哈，今仔咱这是着开头哈，特别是针对一寡观念上，讲予各位知影咧哈。啊，你若有想要进一步学讲啊，台语是要哪写，客语是要哪写哦？啊，譬如讲啊，我的名台语是要哪拼音，要用罗马是要哪拼哦？咱有一寡网络的资源哈。上基本恁会当上咱成大台语文测验中心的首页哈，恁若 Google 啊 Google 一下就会使哈。台语文测验中心的首页内底呢，伊有几个选项，其中一个台语教学资源，你若为遐个点咧，咱有列真侪入门的资料啦，吼，就是讲，譬如讲，啊，你要输入法，还是讲要对俄罗斯字，吼，咱有一寡基本的遐入门的资料，咱有整理伫遐，吼。譬如讲，吼，有真侪网络的字典啦，吼，有真侪吼，咱举几啊例啦，吼，譬如讲像台语线顶字典，哦，你若 Google 一下嘛会使，你若拍。台语线顶字典，但是因为这用的人伤侪，所以定断机啦。而且无多，因为这拢无公家资源啦，中华民国袂甲你赞助侪，所以这拢是个人吼在做诶吼，所以资迄、那个会当迄容量就较细吼。台语线顶字典就是你查，你甲你诶汉字诶藏起咧，啊你甲试着伊就走罗马字出来，讲台语诶拼音到底是要哪用吼，伊就当走出来吼。啊，像安尼吼，譬如讲你若藏这里。这个是要上还是上还是啥物货？啊，你甲用个了，伊就走，伊个罗马拼音出来。啊，过来，伊这有发音，你甲试了，伊就发音嘛，吼。啊，过来，你若会用日语个人个，咱嘛有台语台书店吼。即、这个日，这是台湾总督府较早先做个，但是后来咱个重新拍字吼，林俊勇张罗因个，有重新个拍有小修正吼，有台语台书店个网络版，吼。啊，这是这个，你若拍台语台书店网络版 ，Google 一下嘛，应该会出来吼。还是讲为台语信望爱网站，哦，信望爱台语网站遐在念嘛会出来吼。啊，过来，像这个，啊，过来，各位嘛定用着台文、华文诶对照诶这个书店，台语安怎讲，啊，华语安怎讲，互相对照。还是讲你为华语查台语，台语查华语，啊，拢真方便吼。这是这个。台文、华文、线顶书店哈，你若 Google 一下嘛，会使吼。啊，咱成大遐嘛有做连接哈。上好就是恁直接上咱成大台湾语文测验中心哈。啊，过来真侪网站，这个网站一定爱知影哈。台语信望爱网站哈，伊个网址是台语 taigi.fhl.net 啦哈。台语信望爱网站，还是你 Google 一下就有。内底有足侪，包括台语个工具。啊，白记的输入法，啊，譬如讲恁怎啊，你拍字，我想大多数拢用啥物注音符号啦，迄卖用啊啦，哦，迄中国人个，咱毋是要做因奴才，咱着用台语输入法，哦，咱今仔时间有限，我都介绍哈，就是用台语输入法，即有即个台语的输入法哈，信望啊又开发一套台语的输入法，非常好用啊，啊，你着为即个网站内，伊只有台语工具，哦，伊只有足侪工具拢会当用吼。所以台语信望啊，这个网站非常重要，各位当去啊看哈。啊，过来这是台语版的这个维基百科啦 ，Wikipedia 专罗的哈，全部用罗马写哈。啊，过来，像这是一挂这个台语文记忆哈，甲早前的台语文的一挂这个杂志呢，有甲数位化 scan 起来哈，各位当家来查。哈，也是讲这个，这嘛是哈台语文数位典藏的资料，真济啦哈。因为时间有限，咱就无要介绍。最后呢，咱伫五月呢，伫台南吼，咱要办一个台湾罗马字的文化节吼，欢迎各位当来参加。活动真侪，包括即个白话字的文物展览、甲书籍的导览。吼，咱要带各位恁两人来报名吼，带各位去看咱拄则讲的遐个一挂白话字的报纸啦、刊物啦，还是讲迄个印刷机啦吼。咱有即、這个，咱会拜伫拜六或者是拜三吼。相信你通上咱成功大学台湾语文测验中心的网站来看吼，有白话字的文物展览，啊，过来咱有这个罗马字的研讨会，啊，佮有广告书台语广告书比赛，啊，佮有查甘字典的比赛，查台语字典的比赛吼，这五月四号要办吼，啊，过来咱有迄、那个咱广播社咧又甲这台印刷机呢，一百当前迄台印刷机佮有重新复制，
或这一代，到时你着咱家己亲自来操作，会当当一张，当去做纪念吼。这是咱今年办的第一届即个罗马字的即个文化节吼。好，以上呢详细的资讯呢，都请各位再上咱成功大学台湾语文测验中心的即个网站来看吼。啊，咱因为时间有限吼，无咱就先讲到遮。啊，若有啥物问题，有啥物意见，咱等下再搁私底下来交流吼。好，感谢大家。